这个张经理会处理那个画面哈。好，我们各位贵宾，哇，大家好，哇，这位叫梁朝伟啊，是不是？岐山的梁朝伟，这样画面一看起来哈、哦，哇，好看宝宝照，哇，来到我们的岐山啊、哦，大家好，这个欢迎永煌朝进来啊、哦，我们这个节目呢定了11点啊、哦、到下午1点两个小时呢，为各位介绍这个是还有。感情很有感觉的一个咖啡哦，介绍我们的 DC 咖啡哦，这个字念咖啡 ，CAFE 哦，我本来想到 DC， 想到华盛顿，华盛顿 DC， 为什么会取作 DC 呢？因为那个我本身有开一间文创公司叫达川。哦，你有开文创公司啊？所以 DC 就是它的简称、哦。那你文创公司有些什么产品？文创公司之前就是做工艺品制作、然后辅导一些企业，然后活动办理等等这些项目、然后在去年我再加入这个咖啡的这个项目哦，对，烘焙、原来是 DC 哦，它不是 Washington DC 啊、它是文啊、大川是不是？对，哦，大川大川哦，大川。哦，所以是 DC， 对，你这名字也取得挺好的啦，哈、哦，是。然后呢，这一位呢是谁？哇，他是鼎鼎有名的。你自己有在那个《口爱可爱》这个微电影有没有入镜？你有入镜吗？没有入镜。哦，你没有入镜啊？你要入镜啊？你没跟导演讲？没有。你没有争取一个角色？为什么？要因为这个主要是主角是社区跟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我知道。对，那所以要呈现出来的，我们本身就是当一个媒合的这个，把好的团队带进来了。我了解，哇，好谦虚哦。所以我们不是主角。我了解。他是谁呢？高雄市旗山区原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对不对？是。陈中青，他说他不是主角，因为呢，口爱可爱呢，啊，主角是谁？主角，我们请到那个金钟奖的那个配角陈秋珍。陈啊，对，陈秋珍，是陈秋珍，对，不是陈淑珍，是陈秋珍。我想问你比较正确，啊，是陈秋珍。对，好，那男主角的话是罗波，是不是？哎，罗波，对。哦，导演叫杨凯川。对，了解。哇，他们才是主角啦！对，哇，谢谢郭淑清老师，哇，这个郭淑清就热情的送礼哈、哦，谢谢，这个就是礼物啦。是是是。哇，郭淑清，你今天送礼送对了，为什么？因为你很爱喝咖啡。哦，我今天这一集主持的好香哦，因为呢，在这个咖啡工厂哦，真的就很天然的咖啡香味。好，谢谢郭淑清老师，谢谢你来哦，谢谢。这个啊、谢谢 Coco 热情的送礼，谢谢。啊、赶快跟我们的啊、这个理事长陈中青理事长来介绍，这个就是我们 UP 的界面，这是 UP 公司。然后从呢我们这个界面呢可以看到呢，第一个可以看到呢观看的人数，我们呢11点开播，你知道吗？还不到11点，我们目前呢啊，你眼力好不好？上面这个就是观看人数多少？哇，64。哦，这边最上面这一个不是下面这个，没有那么恐怖，这样子58啦，这个才是人数啦，比较恐怖。下面那个人数是什么呢？58下面那个人数呢，就是我的 UB 的数目。好，那 UB 那个数目，请理事长你帮我念一下好不好？多少？3779329。3779329，3779329，这个数目就是要 UB 了啊 ，UB 就是说，我是在 UP 公司签了2年的约，24个月嘛，现在应该是第15个月，也就是说我主持15个月来呢，观众送我的礼物的总数在这里，就3779329，然后这个数目换成台币的话。2块 UB 算1块台币啦，所以大概呢就是台币算起来180几万，就是主持直播，直播其实主要就是靠观众送礼，
因为我们直播也没有做广告啊，了解，对啊，哈，也没有广告。然后呢，因为主播强不强，公司看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数目。嗯，有些主播呢自然消失，为什么？因为没人演，没人要上礼物，你了解吗？这个真的是好恐怖，你知道吗？然后今天也要拜托我们呢，这个我也是姓陈嘛，唐林泉也是姓陈。哦，我们这么辛苦了，哎呀，开车啊、哦、来到我们的贵地啊，请理事长多帮忙。今天你有什么好、哦、绝活，有什么礼物，我可以跟你讲，今天都还可以贴出来。好，没问题。哦，全力支援，啊、全力感恩支援，感恩，感谢哈、哦。因为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达到一万，我们一万如果达标，哎，那我们就放心了啊，就放心，这样子。哦，那只要观众有送礼，我们这个数目就会一直跳动。好，啊，它这个设计的很特别了啊、哦。好，然后呢，再来呢，这个是一个互动式的电视，其实这是属于电视，但是是互动的。嗯。怎么说互动？就是说观众在看，对不对？他们也可以表示意见，也可以问我们问题，所以它是双向式的。所以我们边做节目呢，就会边看观众，给人笑笑咩？哦，安尼。所以我们大家有没有看到？哇 ，Coco 说什么？长得好像李李人。啊，对。哎呦，长得像李李人哦。啊，可惜我长得不像桃子，我比陶晶莹还高，还年轻。哦，长得像李李人啊，李李人好哎，李李人啊，在我们演艺圈非常有名，你知道吗？非常顾家，嗯，非常尊敬老婆，这非常好。你本身呢？你的现实生活有没有很顾家？几个小孩？两个小孩，多大了？一个大二。哦，大二。那一个今年要高中毕业。哦，高中毕业。哦哦，不错不错。哇，那理事长有没有顾家呢？某个程度上蛮顾的。还算有。对。其实啊，要当个顾家的男人也不容易。你看，早上也要做，晚上也要做。是啊，那男人都不做不行的，对不对？是是是啊，理事长有这样子吗？有，早上也做，晚上也做啊。那这个达到了顾家啊，这个很像李李人，有没有很尊敬老婆？害怕。你是害怕？哎呦，那你比李李人还更优秀，你知道？李李人是尊敬的，我来跟你讲啊，我上次跟他录台视的节目，我讲哦，人家都说哈、哦，你哦。非常的这个怕老婆，因为陈老师我没有怕，我是尊敬他哦。那我们理事长是怕老婆，对对，哎呀，结婚这样几年了？二十年哦，也不容易啦。你们知道吗？我们呢陈中青理事长啊、他是军职退下来的嘛？对，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当军人的老婆会比一般的女人更不容易。为什么？我知道，你知道吗？我们家好是本省人，我们是台湾囡仔。嗯，好、哦，那我的姑妈呢，全部都是嫁给军人，因为当时候呢，台湾呢那个时代哈、哦，大家想四五十年代那时候呢，我们家的生活环境不好，啊，所以我姑妈就想说，我奶奶就想说，哎呀，把我们的姑妈都啊，所以我知道哈、哦，当军人的老婆真的不容易，为什么？老公没有办法每天回家。对。哦，哇，所以是什么原因你会怕老婆？亏欠他吧，觉得亏欠哈、哦，对啊，我的姑爹每个人都是怕老婆的，就像你讲的，就是觉得对他亏欠，啊，某一方面就是对他好一点嘛，对不对哈、哦？哇，不过呢，我们呢，理事长啊，现在已经军职退出来了哈、哦，那你这样子从军职这样退出来多久时间？退今年已经离开军中第十六年。哦，你十六年的时间哈、哦，好，哎，你们这个水说不大一样，我来喝喝看这个水，用木头烧的，喝起来有点甜甜的。木头烧的水哦。对。哎呦，很特别哦。柴烧的，对。怎么你怎么那么省瓦斯啊？哎，你这不是省瓦斯吗？对啊。还要木头烧。这二十几年来省了不少瓦斯钱。哎，对啊，可是平时要喝到木头烧的煮的水喝不到了。哎，对。嗯，真的有点甜甜的味道。啊，你的木头去哪边拿的、啊？木头就是我们有一座山，上面有龙眼树。哦哦，对，龙眼树好像很好。修枝去把它砍。有人家跟我说龙眼树有，龙眼树最好的。对。哇，你们这个在岐山真的好棒哦。嗯。对啊，
这个什么水啊，这木头烧的水啦、啊、那个郑其伦，我们这个郑先生啊、郑老板哦、叫忘情水，他早就忘情了，他有两个孩子了，对不对？早就忘情了。下次来专访。对呀、啊，男人结婚以后应该就是这样的嘛，全心就在家里就好。哎，拼事业吧。拼事业，对了，把事业，而且理事长不只是拼事业，还做公益哈。目前担任我们呢这一个高雄市旗山区原富社区发展协会。哎，你这个会这样子，你当理事长当多久？当今年第二年。第二年。对。一届四年吗？一届四年。你第一届就对了。哎，我的第一届。第一届。我也只当一届了。哦，你告诉大家不要连任了。我不会连任。为什么？可以做四年就够了。真的哦，你告诉大家，可是如果你做得很好，人家不让你走。去留是自己决定的，真的哦，就坚决。对啊，对啊，为什么我跟你哦很有同感？因为我有一个会，我是台中市外语服务协会的理事长。是啊、哦，那我们这个会啊，我可以告诉你哈、哦，告诉理事长哦，就是说，有时候啊，这种会啊，真的就是花钱花时间呐、啊嗯。那可能哦，我做的太好了，你知道吗？那我做的太好，就没有人敢接。啊，没有人敢接，我不做的话，这个会就没了。嗯，哎呀，可这个会又是我创的，我在16年前创的，台中市外服务协会，所以我变成怎样哈，我就照法规嘛，法规我们理事长就可以连选连任嘛。对，所以每次就是哈，4年、4年、8年我做，然后我就去找别人来做，他就做一届，就再交给我做。嗯，我们就是这样子啊，这是我们的台中市外服务协会，好。那你本身也是我们的这个高雄市旗山区原富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啊、哦，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你是什么情况呢？来呢自己创业做这个 DC 咖啡，这是一个有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因为我们军退的本身在技能上面就比较输给社会一般的。对，因为对啊、哦，军职你这样退下来几年了？我退下来16年了，因为退16年了，在军中军校跟服务的时间就15年了。嗯，15岁到30岁，整个跟社会脱节了。是哦，对，所以出来你说要去找工作还是基本上都蛮有障碍的。对，你那时候退下来的时候几岁？30啊，30而立了，那是30岁。对，哦，那时候有障碍，你发觉真的有障碍啊。有啊，有去试过吗？那时候刚退下来的时候。其实我在外面的职场也待过7、8年。哦，退下来还是有在外面工作。对对对。都做什么工作？那时候在金融，那时候做一个业务经理。哦、哇，那你很厉害呢，你还会卖东西哦。哦。业务不是要靠业绩啊。对啊对啊。对不对？来，我们的刘慧龙，军警直男人，不是怕老婆，是心疼夫人。这位是谁啊？这位应该是你的好朋友吧？是我的好朋友，那个《曲瓦卡》那一本书的作者。哦，真的啊？那时候他不是跟你那一本？你认识刘慧龙吗？你认识他吗？他是我朋友。现在认识。哦，像你的朋友啊，雅静的朋友是不是？他是那个做那个台湾的母语教学的老师。哦，真的、啊。哇，好啊，好啊，刘慧龙，刘老师你好哇、啊，你看他很用心，我主持很少看来宾哈、哦，我们的观众打那么多字，他这个字我要念给大家听哈、哦，好来，你来念好了，他打给你的，你来念，这个字他写什么？军警直男人不是怕老婆，是心疼夫人扛家的辛苦啦。慧荣父亲是军人，身边老爷是警务工作，年轻时为工作卖命努力。退休必定全心陪伴身边的老伴，很棒的台湾街巷小故事，谱写台湾人情味，优质的大故事。哇，老师、啊，好棒哦！下次专访你，难怪张文熙广播电台主持人，难怪是专家。你看这个一写下来就像诗词那么优美啊！谢谢啦，谢谢啊、哦，我们刘慧龙刘老师。下次3月专访你哦，我们上次去冠维那边。哦，谢谢老师介绍我认识。好啊，谢谢哇！这个节目好看啪啪照啊、哦！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大家来交朋友，来分享了生命的历程啊！哦，这边谢谢你帮我们热情的留言哇！谢谢帮我们热情的留言哈、哦！谢谢刘慧龙哇！然后呢，这个刘老师有没有在喝咖啡？
哇，今天呢来到我们的 DC Cafe 啊、哦，他呢是负责人，我们呢陈中青当理事长，理事长都要给他讲，讲老师，今天好看爸爸照哈、哦，哎呀，安怎上拢不要紧，真的是这样子哈、哦，谢谢，哇，所以呢，这个刘慧龙，慧龙老师，你有没有在喝咖啡？他咖啡有两种哈、哦，一种是咖啡豆嘛，对不对？这是咖啡豆啊、哦，那一种的话是另外一种是什么？绿挂。绿挂，对，好，绿挂来，我们绿挂的话呢，来，长得这样子，哇，来，绿挂是这样子哈、哦，来，我们请了我们咖啡达人呢，陈中青给我们介绍哈、哦，因为我们今天有两种的咖啡啊、哦，要送给我们现场的贵宾啊、哦，来，我们现场的贵宾两种咖啡，一种是绿挂的啊、哦，绿挂就是一包一包。啊、哦，那打开冲水就可以喝了，哎、对不对哈、哦？那一种就是我们呢原装的咖啡豆，那这两种差异性是在哪里？那我们观众朋友应该是怎么选择呢？能不能跟我们说明一下？哦，绿挂咖啡它是便利性比较好啦，因为打开直接有水的地方就可以冲。那咖啡豆的话，它本身是它需要去磨。磨完之后，你本身要有滤杯啦，然后滤纸，还有那个壶的这些工序，是一个比较适合外带，一个适合在家里。假如天天有在喝咖啡的话，买豆子会比较划算啊。天天在喝咖啡的人喜欢豆子，对不对？啊，而且豆子在磨，好像有那个味道，是不是？这个是简易的，是吧？手动的。这个会不会很难啊？我自己都没有试过，你这边有没有弄好的咖啡豆？我们来现场。哦，这个就是把这个就是把咖啡豆好放进去里面。这个、对对对，好，我们可以这个就撕开。来，你来用哈、哦。我们这个咖啡豆哈、哦，嗯，你只要看到它是膨胀的哈、哦，嗯，那表示它是很新鲜的。哦，膨胀的是新鲜，啊，你不要就是新鲜的。对，罐头它膨胀是坏掉嘛。哦哦。但是咖啡它刚烘完之后它。它会排那个二氧化碳。哦，是这样，它是有会呼吸的。对，它会吐气。哦、啊，所以你想买到咖啡豆是砰砰的，这样代表它很新鲜。哦，这样大家会看哈、哦。我们把它拉开。哦，是这样子拉。对。好。然后豆子就可以倒进去。好，我们来试试看。这个 OK。没有，它是这样，它想哦，从那个洞。它锁住的啦哈。对，不然咖啡豆它很容易会那个。好，我们来试试看，有这样就行哈。好。那再把它粘起来就可以了啊、哦！这个把它用起来，这样就可以了。哦，这样感觉，这样就好了。好、哦，我来磨几下，看看会不会很难。就是这种感觉哦，还好不会很难呢。哦，啊，我们这样弄到什么时候可以的？你怎么知道？好的没有怎么知道？磨到没有阻力就好了。哦哦，没有阻力就好了。它越磨越细。真的。它一吸就像粉浆，很好滑。哎、哦欸，其实也不难呢。哎哎，那这样就而且这个还可以复健。真的。哦哦，然后那个豆子就放在那里了。哦哦哦，我明白。哦哦，这样就好了哎。对。哦，然后的话就要有滤纸。对。对不对？啊，弄水这样就好了，不是不难呢。对啊。哇、哦，好香哦。哎，这样好香哦。哇，哎，所以不难。哇，这一台没有很贵吧？这一台这个试驾这种比较有 sense 的这种感觉的，嗯、大概在五六百块。五六百哈、哦嗯，啊，有些价格它卖到1000、1200不等。是，哎，你说比较有 sense， 其实你这一台还蛮漂亮的。对啊，这个凭良心讲，我觉得五六百块就买了，很像古董哈、哦。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古董啊。啊，听说你没有啊，就像这一台嘛，为什么不进呢？赶快再去进啊！没有，因为这个有器材商他们在卖了。哦啊，所以那我们假如说买的话，是有人订，我们才会帮他们买。哦，是有人订才买就对了。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卖咖啡。卖咖啡啦，哦。对，那其他通路商他有通路商，我们这边是有卖咖啡以外的东西，算是一个服务啦。对啦，就是有时候说，哎，我们到哪边去买？哇，各位，你们有没有看这个哈？哦，手动的咖啡机在这边哈、哦，哇，好，所以我们今天有两种，然后来这个理事长哈、哦，我这个好康爸爸照嘛，好康爸爸照呢，当然大家呢
线上的这个贵宾都要等好咖。我来看一下283位有没有，这边有没有，我们283位在我们的 upper、哦、哇，我要赶快把今天的好咖刚好访问到我们咖啡达人呢陈中青，我们理事长，哇，来这个我们各位好朋友，来大家告诉大家，哇，我们哦来要对不对，要东西哦，谢谢我们刘老师，哇，咖啡的香味吸引了你，好啊，那刘老师我们好看爸爸照对不对，今天已经很特别，一定很 VIP 啦，真的绝对是 VIP 哦，今天就是配合这个节目哈、哦，我也不要很多啦，我跟理事长您啦、啊、哈、哦，这个要五份啦，好啊，好吧，为什么呢，我们呢只要达到我们呢10000UB台币5000块、嗯、我们就 OK 了，就不再送了 好不好，因为送东西我们就不再送那个刘慧龙刘老师，我 Tony Chen 请问一下你比较喜欢咖啡哎，这个咖啡豆，这个咖啡豆呢这个是多重的，这样子是多重，1磅，好，这是1磅、嗯、1磅的哈，1磅的话这个真的是很香，1磅的话你这样外面卖你卖多少，900，好，这是1磅900、哦、来 我记一下好了，1磅900，好，1磅900，这是咖啡豆，好，另外我们有这个就是我们的绿挂，我们有绿挂，来，绿挂的话呢我们是呢有礼盒，来，我们的礼盒装这样子对不对，好，我们这一盒的话会装几个，一盒10包，10包，我们这一盒绿挂10包，我们的话价位是多少，一盒400，400哈，好，一盒400，10包，来，我们这个刘慧龙老师你好啊、哦，我是 Tony Chen， 你比较喜欢咖啡豆还是喜欢呢我们的绿挂啊、哦？两种可以选一种啊、哦，两种给你选，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的啊、哦？是，哇，你还要赶快去忙啊？那你跟我说一下没关系，我马上帮你服务好再去忙。我们今天就会很特别哈、哦。那个我们的这个刘慧龙刘老师，来，我们呢给大家二选一哈，我们都很特别，嗯，因为好看爸爸照啦，今天真的是不是在做生意，但是他们吃了对不对，喜欢的话呢那他们就再找你试一下订，好，好不好，但是节目我们就征求五位就好，这五位我给他很特别啊，你们搞忘吗，不会啊，不会，哦，确定哦，温老师，你在安呢？把人的名片你都把你讲上哦。哎呦，做节目好玩嘛、啊，嗯，好不好？这样子，来各位，我们这样子哦，你们听啦、啊，你们这样听哈、哦，真的很特别。来，这个呢，我今天五位对不对？一位的话，你们都只要花台币1000，哈、哦，等于 UB 2000嘛。所以一个人只要花台币1000 UB 2000、哦、就可以、哦、那这样子台币1000呢用 UB 2000、哦、我们现场呢两样好礼给你带回家，都是物超所值，怎么样说物超所值呢，如果呢你选我们的咖啡豆对不对、哦、它市面上人家这样一磅是900嘛，对，对不对，那2磅的话是不是就1800，对，对不 对, 对，好，那我今天的话来2磅不必1800，2磅就给他台币1000，好、哦、好，来各位2磅就台币1000了，平时不可能这样子的，好，那如果你要选呢我们的绿挂呢，这个绿挂啊、哦，我们的绿挂这个的话很简单，好、哦，这个的话呢我们一盒的话就是400，对不对，一盒400，同样的来我们今天的话呢你台币1000、哦、我给你几盒，我可以告诉你，我跟你讲我给你五指灯科，五指灯科就是5盒，
五盒的话本来是2000嘛，对不对？2000变成1000，好，这样可以吗？好，哇，你看嘛呀，哎，唐林健老师，真的谢谢啦，谢谢啦哦。哎呀，我们这个理事长陈宗清，哈、哦、啊，理事长，你的朋友呢？如果有进来，那个张经理，你要帮我约一下理事长的好友。都邀啊。啊，你看看，对，在他只能邀一次，是不是？对，一次。啊、哦，对呀、啊，对呀、啊。如果说你有看到你的朋友进来，你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哦，大家能够帮忙一下，哇，谢谢，谢谢。哦，因为我们今天是做节目了哈、哦。好，来。那我们呢，陈宗清理事长来谈谈哈、哦，我们这个DC 咖啡，我知道你要做咖啡，好像跟爸爸有关系，那个故事能不能讲给我们观众朋友听一下？嗯，基本上在这几年哈、哦，从88风灾之后，本身就投入灾后重建的陪伴工作了，那但是那始终不是。一份那个有几职的工作，嗯，然后慢慢的、慢慢的离开那个重建区之后，我们本身就想说自己要找一份永久的工作，对。但是那时候我们自己也下定决心不要再当员工了，那所以就会自己去思考要走什么样的一个。可是你那时候说你在金融业还做到业务乡里，乡里对，业务乡里一个月月薪可以拿多少了？欸、不一定呢。哦，因为靠业务的就对了，对对对哦。啊，可是乡里呢？因为这个乡里还蛮大的呢，对不对？年薪大概在80到120吧。哦，年薪大概80到120，哇！啊，这样子工作，你这样要把它放掉，会不会很可惜啊？那时候金融风暴啊。哦，哎，哦哦，所以是被炒鱿鱼的、啊，没有，是这意思吗？不是，自己退掉，自己想要离开、嗯。我们对金融风暴不大懂哦、嗯。金融风暴大概是哪一年发生的？98年雷曼兄弟那一次。哦，那一次对你都影响到这样子哦。嗯、哦，等于我们只要知道说金融风暴，嗯，哎，金融风暴发生的话，依你们来讲差多少啊？其实。对我们本身来讲是业绩还好啦，只是客户在我们的中介投资之下，嗯，亏了很多。嗯，客户亏。对。哇，客户亏。几乎都是一半啦、啊，亏一半。哇，都结半。就会比较有那种心里会愧疚啊。哦，你对客户哦这样子，你对客户不好意思啦。嗯。你的客户拢折半、折半、折半啊那样。对对对。打折、打折、打折了哦。所以你是心里对客户愧疚，嗯，所以你是引咎辞职哦，你是这个意思啊、哦？对啊，就离开那个环境。哎呦，你看一下，我们理事长人好好哦，对不对？人家无怪你啊，你给你引咎辞职，哦，就离开那个环境，哇，哎，你这种人在现代也很少了，对不对？细细抖又，哎，不，现在很多人都细细抖又跟细平抖啊，都是跟那个谁。以前我们看那个布袋戏啊，那个情歌声就是这样子啊，嗯，细细抖又闷细冰的，结果你是引咎辞职，哎、嗯，那时候的话要离开金融业业务乡里这个职务，有跟老婆商量吗？其实我本身就自己负责啊，嗯，像从军中离开也是都自己决定的，你都自己决定就好了。家里他不会去干预的。嗯，老婆不管，你只要每个月薪水给他，是不是、啊？也不是不管，这样就好。他们有你决定，充分尊重这样。哦，真的不错了，不错、嗯，充分尊重你、嗯。哇，所以你离开了业务乡里，也因为金融风暴离开了业务乡里这样的工作，哎，也改变了你吧？你后面的人生就风风雨雨这样的。嗯，对。对不对？这个人生有时候很有趣哦，这是真心话。我觉得有时候哈、哦，人呐、啊，如果没有经过一些大风大浪，或者是挫折也好了啊、哦，有时候呢，生命没有办法再开出呢美丽的花朵。嗯、我不晓得理事长，你对我了解有多少 ？Tony Chan， 如果说谈到 Tony Chan， 大家都想到我是做什么事业的？就。英文补教名师、嗯，我是英文补教名师、嗯，我是开补习班的，对，
我开补习班的。那我补习班的话呢，在这个六年前我们呢就移到大陆，然后在三年前呢，台湾的补习班就正式结束了。我在台湾我就正式结束了。那大陆的话目前有100多家，他们大陆叫做培训班，Tony Chen英语培训班。很多到大陆去玩的朋友就看到 Tony Chen， 所以老师哇你补习班给他带了来哦，我就跟他们讲，我说那不是我开的，他们用我的名字了，好，然后我只是 know how 而已。其实呢补习班这个事业其实我在台湾是正式已经结束了，大陆那个我只是 know how， 也不是我开的。那为什么呢？我说我自己我为什么愿意把台湾的补习班结束掉，我为什么要结束主要就是说我在补习班很早，我在1981年其实我就在补习班了。你看一下然后呢补习班几个特色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做补习班我晚上一定离不开，因为我们呢做的美语补习班很多都是大人利用晚上利用假日来进修嘛，所以假日晚上我是特别忙。那我个人会认为说，你看我从呢这个1981年然后的话呢已经将近30多年我都在补习班，好像我的人生精华这个一半都在补习班，然后呢都把我绑起来，我哪里也不能够去，有时想要去出国走一走我根本没办法，因为学生都要加课啦，像过年啦什么寒假学生来加课我完全没有，真的没有生活品质，很多地方想去看也不能去。所以我后来觉得说反正长痛不如短痛没关系，就把它结束我也是因为结束补习班才有机会到 UP 公司我到 UP 公司呢，我们这个节目好看爸爸照，我们不只是在台湾跑来跑去，我们都带到国外去做节目了。像最近一次呢我们定好了3月3号到3月12号时间的时间要到泰国的曼谷，也是做外景节目。然后这15个月呢UP 公司派我去哪些国家你知道吗？英国、荷兰、法国、比利时、日本，然后呢再往东南亚看菲律宾、泰国，然后呢这个越南、缅甸、柬埔寨然后呢2个月前去昆明，下个月又要到这个曼谷。你看我跑了10几个地方，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补习班没有做我才有今天这样子的另外一种生活啦也才有这个机会跟你认识没有我在台中开补习班，你在旗山也不可能跟我碰面所以大概人生旅程是这样子。那请我们呢这个陈中清理事长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离开了这个银行的业务乡里这样的职位，后来你想创业，那你想些什么方式呢要创业？基本上在88风灾陪伴完之后，那时候离开灾区的时候，我们本身去摆路边摊，我有摆过路边摊，摆夜市摆夜市，好，卖烧烤好夜市但是卖一年就遇到气爆。气爆就是高，你这高雄那一次啊？对啊，因为我在凯旋夜市啊。这样子啊，对啊，是啊，你看一下，七八次都没落了，是一定的啦，所以你看生命真的你会不会觉得，我不晓得你觉得活下来就不错吧？你的想法呢？当然了，当然，对不对？当我们面对到这样大的灾难这种大的灾难，我因为我自己为什么我自己面对921了，我921差点死掉，真的差点死掉，就是生命呢历经那一种差点死掉没死，那就觉得活下来真好，所以夜市就没做了嘛。是这样的原因吗？气爆完之后现在剩加盟商还有一家啦，因为那时候跟我加盟的那一年就有5家，但是气爆完之后收掉，现在剩 台东还有一家还有一家你也做到加盟啊？对，你在叫什么店名啊？
也叫大川啊。哦，就在大川啊。哇，大川这是你的事业啦。大川，他是那个大川烧烤是不是？对啊，在目前在台东夜市还有一家。还有一家，那你是加盟商，那你要做什么服务？我就提供肉品给他们啊。哦，肉品啊，所以现在还有啊？还目前剩一家。哦，剩一家，要不要再扩大这种夜市这个烧烤加盟？要不要再扩大？目前整个重心转移到咖啡了。哦，目前是咖啡了。对，所以肉那边已经有 OEM 请人家带烟，然后有冷藏中央厨房。这样子哦。对对对。好棒！来，我们欢迎真心人。杨心怡 Danny 啊，谢谢你哇！如果有你的朋友进来，你再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哈、嗯？谢谢，欢迎你们进来啊！我们线上的贵宾，谢谢。目前收看的节目是《好康爸爸照》，汤炫老师来到高雄旗山，我们访问到呢咖啡达人啊，我们的陈中青哈、啊。好，然后的话，你说烧烤那边啊，做了一年，因为遇到了这个高雄气爆，后来在做什么？气爆完之后，就开始要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方向。嗯，因为夜市这一种生态哈，它本身是景气好不好，是觉得它是第一线的。嗯，那每一年每一年逐年买气都下降，但是它夜市的租金一直降不下来。哦，会变成这样子哈、哦。对，所以夜市也不容易做，是不是这样子？他等于说赚到的钱哈、哦，那个营业额可能很漂亮，但是你扣掉成本、租金，还有人事成本这些，基本上要有多余的钱还是蛮困难的。而且他只要下雨啦、寒流啦，又不能做，对不对？就是没有人会出来。对呀、啊，对啊，你做吃的。它本身备料这方面都是风险的。嗯，对啊，对啊，我觉得陈中青你是很不简单哈、哦，不简单。你部队是什么阶级退下来的？少校。哎，少校呢？我跟你讲哈、哦，我是少尉退下来的，我是少尉辅导长退下来的。我少尉我就觉得很风光了。我在部队讲话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我走路是有风的。嗯。哎，可是你少校更不简单。然后你看，你部队这样子烧烤退下来，你可以到夜市哦去做烧烤，你也不简单嘞。你心态是怎么调整的？我看到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反正不要想那么多、哦，想你自己像梁朝伟啊，对不对？没有，我们有设定自己在这个阶段是要里子不要面子的阶段。哦，要里子不要面子，要银子不要面子吧，是这样意思吗？哎，我们的吕志修，吕志修，你认识吗？哎，那个啊，那是我们旗山五星级婚纱公司的老板。哎呀，吕老板，我 Tony Chen， 你好，你好，谢谢志修。哇，因为你帮我们打理市长哈、哦。来，那个吕老板，我们那个现场好看爸爸照哈、哦，哇，我们需要呢五位支持的朋友啊来接受我们的礼物哈、哦。来，我们的吕老板，我是通力炫老师，我跟你介绍哈、哦。我们的来宾呢，我们的咖啡达人呢，陈中青对不对？他有提供两种礼物，哦，一种的话是咖啡豆，就是他的产品啦、啊、，DC 咖啡，他这呢是一磅哈、哦。平时他在卖呢，一磅是900，哦，我们今天呢两袋两磅，对不对？哦，只有台币1000块，台币1000块哦，折我们 UB 是2000，因为我们今天有目标哈、哦，就是要收到10000 UB 啊、哦。对，我来到高雄啊、哦，然后呢，如果咖啡豆呢，您呢不方便，对不对？我们有这个，哇，这个。这个的话呢是滤过的这个咖啡啊、哦，滤过的咖啡。然后我们这个，一盒里面有10包，一包的话是台币，它平时卖是400。我们今天5盒，对不对？也是台币1000啊、哦。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价位，都是台币1000，只征求5个贵宾。好，我们吕老板，你好，你好。哇，能不能跟我们捧个场，也支持一下我们的好看爸爸照这个节目啊、哦？看是帮我们拿咖啡豆，还是拿呢我们的咖啡包啊、哦？那我们都可以统一邮寄给你。哎，他是住哪里啊？旗山。哦，就在旗山而已啊。
那齐生就来拿就好啦，对不？我们都也给你送过去就可以啦。哦，对，我们也在齐山呐、啊，哦，或者现在也可以来啊。啊，或者来到现场也可以啊。哦，谢谢谢谢啊、吕先生，哇，我们的杨轩楼，谢谢。哦，这边有房慧清，好，我们的博欣啊、哦，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好，那后来呢？这个烧烤后来没做，然后你后来在说什么？后来就学咖啡啊，就学咖啡，从零开始啊。我听说你那时候学咖啡，好像有因为爸爸的关系是吗？因为爸爸喜欢喝咖啡。哦，你爸爸喜欢喝咖啡啊？嗯、哇！因为我们本身独子的、啊、哦，你是独子。对，然后读军校，然后跟爸爸的沟通本来就比较少，会比较少。嗯、对，但是我们会透过一些，比如说他喜欢吃什么、嗯，或者我们喜欢吃什么，会带东西，这样表示对对方的一个关爱，这样比较不会讲、啊、比较不会讲。爸爸，我爱你，嗯、爸爸新年快乐。对，你比较不会这样子。我们家庭的那个教育是不是？也不是。还是风气还是氛围啦，大家比较那个啦，比较保守。我到了，我爸爸我才三八嘞，我爸爸我爱你。我哪没搞阿杰的才三八？没有啦，这个很有趣哈、哦。这个有时候啊，老师也是觉得爱要勇敢说出来啦。哦、有时候真的有些家里哦，就是这经验啦。像我自己，我没有结婚，但是我有小孩，哦，我都跟我的孩子说，你要跟他讲。哦，爸爸，我爱你，要跟我讲，我喜欢听。像你的孩子会不会跟你讲？不会。哇，那你遗传到你老爸，你也不要那么严肃嘛。哎，你那个老大是大二，男生女生？男的。男生哈、哦，博西你好，我 Tony Chen。啊，你的那个高中毕业这位呢？女的。哦哦啊，他们都没有讲爸爸我爱你。嗯，不会。啊，你去回去跟他讲，儿子我爱你。哦。女儿我爱你。好。你讲得出来吗？讲得出来。你先讲啦，你先讲讲，习惯他们就会讲了。了解。我别讲。哦，这个博欣说老师好久不见了、哦，你好博欣。哇，老师好看爸爸照对不对？我们有咖啡呢，要送给大家呢。哇，博欣，我们呢今天呢真的很特别哦，真的特别，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哦，而且只有我们争取五个名额哦，就是都是台币1000，你可以拿到呢，我们呢。这个是一磅的咖啡豆哦，两袋，啊、哦，这个市价是台币1800，啊、哦，或者是呢，我们呢这个绿挂的这个咖啡啊、哦，这个五盒，就像老师这样子，一盒里面有10包，所以变成50包了啊、哦，变成50包，本来市价2000，我们今天也用1000啊、哦，因为我们做节目啊、哦，所以呢，可以捧场的朋友跟老师说一下。好，谢谢。所以的话，你说爸爸喜欢咖啡，他喜欢到什么程度？我喝看一下你的咖啡哈，他喜欢到什么程度？每天要喝啊。每天喝哈、哦。嗯。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哈、哦？这个，因为你现在已经咖啡达人了，对不对？没办法，算素人了。哦，咖啡素人这样子，因为达人不敢当，因为你还年轻呐、啊。你48岁嘛，对不对？哎，对。对嘛哈，48岁，还年轻，对啊，以后6、78，那才叫达人，现在是咖啡素人哦。嗯。其实我们观众朋友哈、哦，有些人呢不知道怎么喝咖啡哦，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哦？咖啡应该是怎么喝，才可以喝出那个感觉？我个人的经验分享嘛、嗯，你咖啡3合1、2合1除外了哈、哦，我们只要喝一般黑咖啡哈、哦。你要去判断它咖啡豆好不好、哦嗯、最简单的方式你把它放冷了去喝，放冷了之后你喝下去还是很顺口，那表示咖啡豆不错哦，真的、啊、我个人经验分享。哎，我跟你讲这已经冷了、哦、我跟你讲这个已经很冷了，我这个真的冷了。哎，这边有个贵宾说，你看他说老师你好 UP 这边可以看一下、哦、咖啡的包装吗？可以啊，来老师给你看，他都有留他的电话了，理事长的电话在这边呢，所以呢，他绝对有售后服务的。来，你们看一下，来，这个是，他是 DC Cafe， 你这个咖啡都是哪来的？能不能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因为他走的是中上价位的，因为他这个是比较高品质的。好、哦，有没有？他的电话也都有在这边 ，DC 咖啡，这样有看到吗？啊、哦，85°C 啊、哦，这是咖啡豆。那如果你要呢，我们滤泡的咖啡包一样，好、哦，它呢这个滤泡咖啡包，哎，也是有电话嘛，0926151821，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有，就这样子啊。哎、哦，其实过年刚好呢，如果过年哈、哦，我们都需要送礼，对不对？你们线上，因为线上基本上都打对折了啦，我们只要5个名额打对折给大家哈、哦。过年送礼的话呢，或是过年人家来泡个咖啡哦，聊表情谊，这个很值得哦。是，所以理事长说咖啡冷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得出来，真的有龙眼的味道，对不对？对，还很顺口，那这个就算不错的咖啡。对，我们知道哈、哦，您的这个咖啡呢啊、都是走中高价位啦哈。哦，你自己也讲是中高价位，因为我对咖啡我不懂哦。如果这样一磅啊，在市面上对不对？好、哦，你说台币900算中高价位啊？如果低高价位，他们都是大概多少？基本上我这样讲好了、嗯，咖啡豆它基本上现在分两个市场，嗯，一个是商业豆，商业豆，一个是精品豆。好，商业豆、精品豆。对，那精品豆目前它在市场的占有率，它是这个版图越来越大。嗯，那以往我们一般喝黑咖啡的那一种口感都是习惯黑咖啡不加糖，就是要苦。嗯，但是精品豆基本上它可以烘得浅浅的，那可以喝到咖啡它的果酸。嗯，那咖啡它本身的风味大概有600多种。嗯，我们可以形容出来的大概只有100种，所以它的风味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咖啡它不仅是有苦，它的酸啊、明亮度啊等等这些 ，body 它的厚实度，就是它的口感那个厚实度，这些都是品尝咖啡的一个要件。那所以，我目前现在咖啡豆全部用进口的。哦，没有用台湾豆，我们用进口豆，都是哪个地方进口的呢？目前有非洲伊索比亚、哦、肯亚，然后中南美洲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啊、萨尔瓦多，那个亚洲的话就印尼，印尼哦，就不同的地方啊。对，这些地方其实都在世界上很有名产咖啡的地方，对了。对对对，了解。那你觉得哈、哦，以这个价位对不对？我们说这个低价位、高价位，他们这个差别是怎么样？是因为它的咖啡的来源吗？还是怎么样？第一个它品质，第一个它生豆价，它的均价就比较高。嗯，那商业豆基本上，我们这样讲啊，咖啡豆它有四个品种啦、啊。那可以喝的就是两种，一种是阿拉比卡种，一种是罗布斯塔种。那其他两种是做研究用，那不能喝。哦、那这两种咖啡豆基本上罗布斯塔它种植的那个条件比较低，那阿拉比卡种它种植的那种条件需求环境比较条件要比较高，所以阿拉比卡种它种出来的这种品种它适合我们这样，就纯的这样喝。那罗布斯塔种的这种咖啡豆，你假如 这一壶是罗布斯塔的话，你这样喝没有去调和过，喝完你会感觉心悸啦，甚至头痛这样。哦，对，所以它就是很多商业豆或者即饮咖啡啦，那个易开罐的那一种，嗯，还是3合1、2合1，它就是用罗布斯塔种，因为它售价很便宜啊。哦哦，对。所以一般我们喝越南咖啡，越南咖啡它越南它有85%它是产罗布斯塔的，嗯，所以我们假如喝过越南咖啡，它的主角基本上不是咖啡，越南咖啡的主角是那个奶跟那个糖。对啊，那你是喝起来甜甜的，它主角不是咖啡哈、哦。对对。你讲的是三合一，对不对？三合一或者我们喝的所谓的西贡咖啡、越南咖啡，哦，它那个奶
比例都很重，难怪那个会便宜啦，哎呦，一分钱一分货啦。那我们呢，这个请问我们的咖啡达人哈，我们大川咖啡，我们是属于商业豆还是精品豆？精品豆，我们属于精品豆。这台烘豆机到现在为止只烘精品豆，没有烘商业豆。哦，我们只烘精品豆，所以它是喝起来它的差别，它是比较没有烘太久还是怎么样？基本上陪度就看客人的喜好，因为我这边现场我都没有去做好这种滤挂包的原因，是因为我都是接受客制的。对啊，客制的。哎，各位来，我跟你讲哦，客制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比较怎么样，喜欢什么，我们就这个做给他们，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因为他有些人他喜欢有果酸的，有些人他不喜欢酸。哦。啊，有些人他会指定他要。比如说像非洲伊索比亚，它的耶加雪菲庄园啦，耶加雪菲这种那个豆子，它就很多庄园。那有些他喜欢蜜处理的啦，他要水洗的啦，等等这些。所以我们生豆这个部分哦，我们就 stand by 很多在那边让客户来选择。哇，我们个客制化。那一般来讲，你接到订单到这个寄出给客户，这样多久可以做完？大概五天以内吧。哦，五天。嗯。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观众朋友选这种的五盒，也是同样没有，也是要等嘛，是不是？对对对。哦，也是客制化做给他就对了。因为我接到订单我就现烘嘛，那现烘完大概隔天，最快隔天才去包装，因为让咖啡吐一下气。对。对。一般来讲，你那个机器啊，待会我们会给观众看哈，这个现场烘焙大概是多久时间可以烘好？烘一个样本这样多久时间？热机大概就要热20分钟了，因为要把锅炉它热到大概200度。哦哦，热机20分钟，对，那烘一锅的时间大概是十分钟出头。哦，十分钟，所以大概这样子就半小时嘛。热机开始那个机器就在跑了，有那个声音的，就是热机，是不是？对对对。哦哦，就大概要抓半小时来做。那在机器的部分以外，我们还要去。很重视一个动作叫挑豆，挑豆，因为豆子它有瑕疵率，是。那商业豆它一般它的瑕疵率在40%，它比如说寄1公斤来，它大概有400克的，这么高啊，40%的瑕疵哦。对，但是我们精品豆它的瑕疵率大概在3%以内。哦哦，所以你的精品豆，所以还是要再挑。要啊。啊，那什么叫瑕疵呢？长得不 OK 的，是不是？长得不正的，是叫瑕疵啊。这个就是瑕疵豆啊，瑕疵豆它有蛀掉的啦，还是黑豆啦，还是贝壳豆，它空心的不完全的那种。真的啊？那你这样怎么挑啊？你有机器帮你挑，还是人工在挑？人工用肉眼去看。真的啊。嗯，大概3%真的还是有，还是要挑起来哦。有啊，不然一颗瑕疵豆它会影响50颗那个豆子的风味。哇，真的，哎，真的那么有学问啊，各位！哎呦，那我吃咖啡哦，平常你喝咖啡，唔知影呢。哇，这阿你目睭爱才好呢。哎呦，啊老啊，就做这行没办法。真的，好好，待会那个现场可以弄给我们示范，给我们看嘛。好啊。哇哦，原来是这样子，哎，这件我现在才知道哦。哇，3%，100颗里面有3颗。是瑕疵豆，你要把它挑起来哦。各位有没有听到我们咖啡达人跟我们做的说明哦？来，能不能呢依你们这个专业哈，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就是说真的很多人喝咖啡哦，都三而一啦，一方面就想说便宜啦，哦，便宜啊，很快又好喝，但是其实上这样子哦，喝的东西有的真的没有喝到咖啡。哦，真的不要喝。哎，文妹说咖啡我每天必须要喝啊。文妹你好，你好，我 Tony Chan。你好你好，文妹。文妹，我们下午会去采访你们的卡拉 OK 哦。哇，这是文妹哦。我是 Tony Chan 老师啦。我目前在这个旗山采访的呢是我们大川咖啡的负责人哦。我们呢陈中青啊，我们的理事长。哇，文妹你好。你都是喝哪一种？你是咖啡豆，你喜欢咖啡豆，还是我们的那个绿包？你喜欢哪一种的文妹？哇，如果你现场有拿，对不对？因为我们几乎打对折在服务大家哈，
你现在有拿的话，刚好下午我去你那里，对不对？可以帮你带过去哦，下午就帮你带过去。哇，我们的文妹，她呢是这样子，她这咖啡豆呢，这个一磅对不对？它一磅的话，市价是台币900嘛。那这一包，目前这一包是一磅。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两包两磅，两磅本来不是要1800吗？哦，老师今天的话，因为我们只要五位名额，就算你1000。哦，所以你台币1000可以拿两包两磅的咖啡豆，还是要拿这个绿挂？好，绿挂的话这样子有没有哈？来，我们的文妹，绿挂的话呢，一盒里面有10个绿挂，那一盒呢是台币400，我们今天的话是5盒，本来台币2000对不对？我们的话呢也是打对折，就台币1000啊，看你要选哪一种，选哪一种你再跟 Tony Chan 老师说，因为我们是做节目呢，我们是做节目啊，然后的话我给你接一下这个。才有这样的机会，你接一下线，好，哇，这个再请大家告诉大家，好，谢谢，谢谢，所以的话，你爸爸有没有喝过你做的咖啡啊？自己有没有喝到？来不及了，哎呦，这有点遗憾嘛，这会有遗憾吗？还是有点遗憾？咖啡豆的意思吗？哈？我妹是要咖啡豆的意思吗？我妹要咖啡豆啊，好，我妹。你好，哇，文妹，你要咖啡豆哦，哇，谢谢文妹啦，文妹是吗？我们下午帮你带过去，好，那我现在用你的名义把它送出来，谢谢文妹支持。你认识文妹吗？你认识她吗？文妹？她不认识，我认识。你不认识，你要给她谢谢人家一下。我们五位，你知道吗？你有跟我说我咋听？对对，这个好难得，我们的文妹，文妹要咖啡豆，哇，文妹你是要咖啡豆吗？我们呢这个咖啡达人陈中青陈先生，跟你讲几句话，来，你跟他讲几句话。感谢你的，谢谢你的那个高官，谢谢，感恩你，谢谢高官啊。你假如说有比较偏好的配度啊，你要喝苦一点还是中一点，你可以写在上面，我们帮你客制来烘。我妹也是一个歌手啦，好棒哦。他有没有听到呢？我妹，我们呢陈中青对不对？他会帮你客制，帮你烘。你比较喜欢有几种呢？让他来决定。浅培啦，中培还是要深培的都可以。哦，就是浅培、中培还是深培，所以我们待会就可以现场帮他烘，是不是这意思？我们是客制的呢，文妹，真的呢，我们的那个陈中青，他呢的咖啡对不对？他都是客制的，所以他会专程为你现场烘给你看呢。你喜欢哪一种？你要浅培、中培还是深培的？哇，你喜欢哪一种？你帮我们打在画面上，帮汤小老师打在画面上，待会我们就现场烘，帮你烘。那个浅培、中培、深培喝起来不一样，差一下哪里？浅培是什么情况？其实咖啡它的风味，它就是一边是苦，一边是酸，一边是苦了。那你烘的越浅，它越酸了。那烘的越深，它越苦。哦，真的哦。所以是浅培、中培还有深培三种了。对。哇，是我妹。你中培啦，我本来也想要帮你选中培。对啦，因为我在想说一边酸一边苦，那我就选中间，对不对？我妹，我们很有默契耶。我本来想说你没有选，我帮你选中培，他是中培，好啊，我妹，谢谢你，那就台币1000哈，哇，谢谢。对，这个价钱只有今天在这个节目上。然后呢，文妹，我们张经理。我妹的话就送出 UB 2000，对，文妹是不是文妹就叫文章的文，妹妹的妹，文妹，她说她的是意式咖啡机，她有咖啡机啊，谢谢文妹。文妹，我们呢，我们这样子，我们呢帮你现场，送出来，那今天下午我们会去高雄帮你，今天下午可能带过去吗？
可以啊，待会可以哈。待会在现场烘。我们待会现场帮你烘了哈，帮你烘。啊，然后我们现场帮你带过去。啊，张经理呢，1000对不对？他先帮你送出，对，好、哦，就是 UB 2000先帮你送。啊，下午你再给张经理1000，这样就可以了哈、哦。谢谢文妹，谢谢列高官哦。然后呢，这个啊，中青呢、哦，你看哦。待会哈，我们这个画面，他的那个礼物就会跑出来哦。来，这个我们待会文妹就会进来哦，在这边谢谢文妹，文妹说 OK， 谢谢你哇，文妹，今天呢真的是哈，一方面你们支持汤炫老师好看拍拍照这个节目，一方面真的买到是赚到，好、哦、买到赚到，但是喝完了以后再找呢，我们呢陈中青对不对？就不能这样子，就是照原价。哦、按照原价，原价900元，我让你们知道一下、哦、来 Peter， 好 Peter， 谢谢你哇，这边第二组人家抢走了哇，有没有 Peter 说老师我要 绿泡式，也是中培的一组，好，这个 Peter 一组、啊、可以跟老也是讲一下，好，可以有朋友可以来这边教学，那个阿庆也有在帮人家教学，可以呀、啊、哈、哦。你们这边的地址在哪里呢？这个七三的哪里？复兴路，复是富有的富，新旧的新。好，复兴路177号。好，177号。对，他们这才预约制哈、哦。那个理事长的电话呢？他的这个手机你们记一下哈、哦，要来之前先跟他预约一下，0926151821。0926151821，大家告诉大家哈、哦，来，我们对2000UB 对 Peter， 哇，2000UB， 谢谢文妹，好，来，我们文妹先送出来，好，我们文妹这边，哇，我这边会做新闻画面，我们可以拍照哈、哦，因为我们会送两则新闻，一则就是照片新闻。好，我们文妹先帮我们送出好不好，谢谢哟，有没有这个很漂亮，有没有这个就是礼物，好，公司的话那边公司就会登记，我们现在先收的是文妹的 2000UB 的礼物，谢谢文妹送了我们自由女神，哇，这个过年过节呢喝啦送礼都很值得、哦、今天真的是半价了，真的是已经半价，因为我们做节目，那我们只要5个贵宾，我们现在已经有2位贵宾了啊、哦！谢谢。首先呢，这是文妹的礼物哦，好漂亮，有没有？这都是礼物啦，另外，恭喜造 ID 了。这个礼物一出来就好漂亮啊、哦！那你看哦，他礼物一出来的时候，你看，哇，又是文妹的小礼炮，就是这啦。哇，这个就是礼物。哟，谢谢谢谢。那你看这个就在动了哈、哦。我们本来是9329，现在应该是81329，有没有813超过人，这个就是礼物，所以就2000进来了。好，谢谢谢谢文妹啊、哦，文妹再度的送礼，感谢你，谢谢。好，那文妹呢啊、恭喜文妹的话，我们有记起来，待会我们就现场哦，请我们的这个陈中青，我们的咖啡达人帮我们现场烘焙。青山里里。啊、他是要中培的啊、哦，文妹咖啡豆，我下午要去采访他，就帮他带过去，谢谢。另外，我们的 Peter 是要绿挂，他也是一样，绿挂我们也是客制化嘛，对不对？好，他绿挂的话呢，2000就可以了。Peter， 你现在可以送出来吗？你也是中培，我记起来的，好、哦，哦 ，Peter， 我记起来，中培第二位。我们谢谢 Peter 好，来，我们欢迎 Peter 为我们送出2000UB， 谢谢 Peter， 谢谢 Peter、哦、第二位幸运的朋友，我们欢迎 Peter 的礼物，哇，谢谢，哇， Peter 热情送礼出来了，谢谢 Peter， 哇，Peter， 来，我们再欢迎 Peter， 哇，谢谢我们的 Peter， 哇，送了 Uplive 甜心，哇，谢谢你们的支持，哇，谢谢，感谢你，哇，
我们这两位贵宾，你也帮忙记一下。好，我们第二位就是 Peter， Peter 的资料我到时候我会给您。Peter， 谢谢你再度的送出圣诞树。谢谢，谢谢我们这位贵宾 Peter。其实呢，这些贵宾呢，真的支持汤轩老师优质的直播节目，好看宝宝照，谢谢。那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呢，得到这么好的礼物哈、谢谢你们长期支持汤轩老师。好，第二位我们是 Peter， 那我请问你 ，Peter 的话，因为您这个都是客制化嘛哈、所以你们在画面上告诉 Peter， 就是说要多少天给你做啊，做好才有办法寄给他。这个制作烘焙跟制作大概两天了。好，大概两天。对。是这样 ，Peter， 你知道吗？今天礼拜五。今天礼拜五。那礼拜二可以收到。好，礼拜二就收到，那我会把资料给你，再拜托您哈、好，我们谢谢 Peter， 哇，我们真的好开心哦，五位哈、被上来已经送出两位了，真的，哇，真的好开心哦，真的。买到真的是赚到了，买到真的是赚到哦！也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哇，感谢你。你有没有什么好朋友？你认识的朋友有没有？有啊，他们长期都是客户。对啊，你的客户怎么没有赶快跟他说，请他赶快来看节目？只有今天，我们还有三个名额啊。因为今天不是假日的。好，所以很多在他现在在上班嘛。对啊。他们在上班就对了。哎，那个你有分享他的好友了吗？都分享了就对了。我 Facebook 好友没有很多了，200出头。是200出头都有分享。用完250。250没有好多了，没关系。你等一下可以打电话。我们也可以 call out 的，反正没关系。我们先给线上的贵宾呐，给线上的贵宾。那没办法，我们也会用 call out 出去。等一下打电话。哇，哎。那个吕自修来支持，谢谢自修，来支持长官了，谢谢自修。你认识他吗？就是那个他是旗山嘛，婚纱老板。老板吕老板，有空也可以去采访你们啊，好看爸爸照，谢谢你来支持。那吕老板，你要咖啡豆还是要我们的绿挂？你要选哪一样？哇，谢谢绿挂哈。绿挂。好，那你登记一下。哇。那下次采访。第三位吕自修，吕自修，然后呢，那个吕老板，你到时候1000元对不对？你再给那个我们呢这个中青好不好？他1000元给你，到时候他给你啊，这边对不对？因为送礼的话，张经理帮他送，这1000元到时候下节目你再给张经理，你咖啡给吕老板的时候，吕老板1000就给你，好，那吕老板谢谢你啦。你来支持我们好开心哦，好啊，我们下次希望能够过去，你再跟那个中青要那个联络方式，我们来排，我们现在看的人也很多了，我们在 up 有多少人看？你跟他们说一下，这边多少人？957了，957位，对，谢谢你，我这个节目好看宝宝知道我是 Tony Chen 呢。是 UP 公司主打节目呢，好，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现在很多人在看呢，980几人在看，谢谢啦，谢谢吕自修哦，谢谢你，哇，哎呦，感恩呐，这样子我们就放心了，不然我赶快被跑出来，因为我一直讲一直讲，都没有亏期啊，我怎么办？只要看我们烘焙的过程。可能大家会比较，大家就会抢了哈，烘焙过程就抢，好来。我们现在呢，谢谢哇！他说：“汤轩老师，我是呢中青理事长的忠实客户。对啊，咖啡豆前两天来，你才送一磅，啊、一磅是不是900？对不对？一磅900，你看你就跟我们讲，我们今天两磅本来1800才变1000，因为我是在做节目啦谢谢你，谢谢吕自修。好，我们现在自修老板吕老板。”就送出来了哈，来，我们现在来送2000，来，我们要来迎接呢吕自修吕老板的礼物了。吕老板，请帮我们分享。是，那也请我们分享哈，帮我们分享吕老板，那他这边的礼物就会跑出来，就是这样子。哇，谢谢，我爱你10000年，哇，他爱我们的咖啡大川咖啡爱10000年，好棒哦，真的好棒哦，谢谢，万分的感谢哈。哇，这个是我们吕自修吕老板，
这些画面我们也会转给哦，这个我会把这个照片都会转给你啊，大姐你可以转给他们做个留念。你们送礼物哈、哦，那个礼物跑出来对不对？你们的名字都会跟着跑出来啊、哦，真的啊，这些都是好朋友，我们都要感谢人家哦，谢谢你们捧场，再次谢谢吕志修、吕老板，谢谢哇。好棒哦！哇，我们有三个名额了，三个名额，哇，真的很感谢哦，谢谢谢谢。所以的话，待会呢，我们现场呢，就是呢，会做给我们的这个贵宾看嘛，哈、哦。我们首先会先挑豆子，对不对？哈、哦，然后的话，豆子挑好了，我们就，哎，那你是挑好在乐界还是同步进行？同步。同步进行哈、哦，我们来看整个现场，哇。真的非常的棒哦，非常的感恩，谢谢谢谢哇！我们看哇，吕志修哇，我们谢谢志修哇。我先准备一下。好，你先去准备哈、哦。哇，我一直来接受我们的礼物，谢谢哇，很感谢啦。我们已经三个名额了哦，如果现场还没有拿到的，哦，林燕质问说：“老师你在哪里啊？”啊，通灵券啊，我在旗山呐、啊。高雄旗山，我们复兴路177号。哦，谢谢，谢谢。哦，来，那个，我们这样子来，我们现在给大家看我们的现场。哎，你那个好。哎，小心，停，好，小心，好。来，那个卫生纸。好，好，他处理的，没关系。来，里面先擦一下。来，我们谢谢，来，这个给你处理了，给他处理好了。来，然后好，好，谢谢，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呢。哦，我们目前呢在大川哦，来这里的咖啡呢，我们都是特制化的，所以真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我们现场来看看哈、哦，有来。这个首先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动作要挑豆子，对不对？对。好，来，你看，哎，这怎么挑？我好奇哦。你说只有3%，是不是？对啊。颜色。对啊。这是水洗的。哦。那这一只是那个瓜地马拉花神。哦。花神瓜地马拉的哦。对 对。你们这都有品牌，我们看一下那个袋子上好不好？来，我拍一下这个啊。人家那个咖啡都有执照的。哇，有哇！花神的标志就是那一个了。哦，花神呢、啊？哦，就是花神的标志啊！哇，赞！有没有看到花神？哇，哎，这真的是不简单呢。你看一下，你是打算挑豆子呢？挑豆子。待会你就挑到瑕疵的3%，你给我们看一下那个瑕疵的。哦。好用心哦！那国外这样寄来，然后就挑哦。没有，这个是台湾的生豆商，他会去那个。基本上是他们有挑了，但是还有3%的瑕疵，对不对？对。这叫瑕疵啊！你给我们介绍为什么它是瑕疵？怎样瑕疵？好像差不多啊。它这个有蛀啊！哎呦，重蛀！它看得那么细哦。对啊，像这个它。这个按讲的有一寡像消长安那样。哦，了解了解。消长，它就是那个消长，就是里面呢、啊哦，对。木芽。哦，所以我们要先挑豆子，大家有没有看到？哇，先挑豆子，来。所以各位啊，今天我们大庄咖啡对不对？哇，你们拿到的话真的是哦，谢谢你们的支持，啊也真的是哦，这个支持我们好看爬爬照这个节目哦。哎，支持我们的理事长，你看他好用心哦。真的好用心。理事长，您这边总共大概几磅啊？你大概知道吗？这边这个重量大约。这边2公斤。哦，2公斤。2公斤烘完之后，只要中培的话，它脱水大概脱。脱掉20%-22%左右，所以2公斤烘完大概剩1000不到1700克。那一磅是几克？一磅是454。哦，哦哦，
所以四百五十，所以大概最多也在四磅，还不到四磅，是不是意思？这边应该三磅多了。大概三磅多哦，是这样，会脱水就对了啦。对对对。哦，哎，各位，我们都喝咖啡哦，但是我们没有看过人家现场是怎么做咖啡。这个是什么问题呀、啊？我看不出来。太光滑啦、啊，所以它本身、啊、这样也是啊、哦。对，它本身的那个含水量就比较少一点。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吗？哈、哦，我们大川咖啡就是这么的用心，精致啊！我今天也来见识一下，一关一关的那个。所以各位在喝咖啡，对不对？一定要喝哈、哦！像我们呢，这个大川咖啡这样子 ，DC 咖啡啦哦，这样子的咖啡真的就是这么的用心。目前都是你自己在做，你的孩子有没有来帮忙？孩子有啊。哦，他们有时候会来帮忙。对 对, 对。啊，帮忙什么？他们帮忙什么？帮忙上生产线做滤挂。哦，滤挂他们可以帮忙。啊，老婆呢？老婆也来帮忙。老婆她有时候那个客人比较多来这边喝的时候，她会去吧台。哦，吧台招呼，然后，哇。因为有教学。哦，有教学了。这边主要是卖咖啡豆啦，教学啦。教学是教什么？你教什么？说陈先生，你的观念。哦，教学是教什么？怎么教？教就是怎么泡咖啡还是认识精品咖啡啊，然后手冲技巧啦、啊哦、等等这些。你帮我看看这个那个，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个人进来放那个画面？是。哇。谢谢陈炯明啊、哦，谢谢陈义阳，谢谢你们进来观赏啊、哦。唐丽娟好看宝宝照，来到高雄旗山来采访我们咖啡达人啊、哦，我们 DC 咖啡。目前呢，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呢，啊、哦，我们呢就是在挑咖啡。我们 DC 咖啡呢，我们的咖啡都是现场客制化帮你们制作的，啊、哦。可以啊，可以啊。就是刚刚那个电话。对对对，0926那个，0926151821。一五一。八二一。我们目前呢 ，UP 观看人数呢1120位，哇，我们已经破千位在看我们的节目啊、哦，谢谢。在整修了。啊，后来他不是有在屏东？没有，那个关掉了。关掉，收掉。这样子我们不会有香，要好烤过才会香。对啊，这个是生豆啊，生豆基本上它有分水洗、日晒、蜜处理这样。那你这种是哪一种？这个是水洗。哦，水洗，哦哦哦，它有分哦。进来的时候就是水洗。都已经处理好了。没有，它处理基本上咖啡，它是一颗红红的咖啡樱桃。嗯嗯。所以要把果肉去除掉才是咖啡核。哦哦，这是核啦，咖啡的核。咖啡核。然后你要去处理掉它那些残余果肉，你有用水洗啦，还是日晒啦？那一半水洗，一半日晒，就叫蜜处理。哦，对对对，其实喝咖啡是养生呢，喝黑咖啡其实是好的。喝好的咖啡，老中医讲它对人体有15个好处。哦，哪15个好处啊？15个好处，太多了是不是？根本背不起来。要喝好的咖啡哦。对啊，重点的。重点哦，帮阿兹海默啦，它促进心血管啦。促进心血管，哎，对，还有帮那个痴呆。对，帮了。所以尽量喝黑咖啡哦，黑咖啡最好了。我也爱喝咖啡，我以前不懂都喝三合一，后来我一个学生跟我讲，叫我不要喝三合一，
他说后面根本没有咖啡，都是那些化学的什么。对啊，我一看看，哎，真的。后来我现在都是喝黑咖啡。所以外面它一包绿挂哈，它的成分我们要先去看绿挂它怎么卖到便宜哈。嗯。豆子本身我们不去评论啦，你最简单去看它的公克数。嗯。它有的是从八克啦、十克、十二。从那边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对。那我们的绿挂大概你都包几克？十二克。哦，你弄到十二克啊？弄十二克啊，别人最低可以到几克而已、啊？最低的八克。哦，八克可以差这样子哦。对。对，那基本上，假如十二克的话，你的水乘以十五，你的水就可以冲到200cc 左右。哦，这是有道理的。各位有听到哦？嗯、你们拿到绿挂的话，我们每一包就是给你十二克的，哦，不像市面上有八克，那差很多、哦。哇，所以这个算挑好了嘛，对不对？对，目前这个都挑好了。好，目前就挑好了。对。然后现在就等热机，等热机，大概在三分钟，三到五分钟啊。行，我们请你上来帮我们加这个机，这个机器还挺贵的呢。这台机器，哎，为什么它是需要用瓦斯？是不是？对，这个用瓦斯。哦，可以用瓦斯。这台机器啊、我们咖啡的烘焙机，这台买是要花多少钱呢、啊？这个先保密好了，哦，保密好，本身它是台制的。哦，台制，好。然后那个，它这一台其实烘豆机它有分直火跟热风啦，那这一台是热风式的。是。对。那它是用瓦斯去加热是不是？对，用瓦斯加热，然后电源供应是供应它的锅炉。哦。锅炉跟那个抽风的这个系统。那它的温度最高会到几度？温度哦。它基本上到300度，200-300度，但是我们基本上在烘豆就是在200度上下这样，需要它。那温度显示在哪里？这是温度吗？这边是温度。哦，已经到137了。对，那现在底下这个是我设定值的。好，要到200。对，那因为它这个师傅他本身很用心，他设计这一款。很多那个烘豆机哈、哦，它就是瓦斯没有开启，它会产生气爆。哎呦，对，那所以它这边哈、哦，这是绿色的这个数字哈、哦，你假如这边一超过那边的时候，上面的数字超过下面，它会发生警报。哦，它会。然后它会自动关那个瓦斯阀，它是一个安全措施。哦，这个有这么好处就对了。对对对对，不会说一直提高温度，一直高就对了，这样更危险。所以这是一个安全设定的。哎呀，哎，在200度，所以现在摸会不会热？不会吧，外面不会热。会，这个会热，不是会热，不要碰到啊，是会热。对呀、啊、对呀、啊，是不要碰到。那我们预计大概在上面，大概在175-180的时候，我们会去下豆。哦，去下豆。对，下豆之后，它会那个豆子它会回温。它这个锅炉，它温那个，它会降温，因为豆子会把它整炉内的温度会把它降低。哦。对，啊，然后降低之后再慢慢的回温起来，然后回温之后，它豆子它就会产生脱水啊、酶纳反应啊，然后一直到一爆。那它要中焙的话，大概在一爆末快要二爆初的时候，我们把它下，它的焙度大概是中度的焙度。就是不酸不苦这样，好棒哦！我们来听白云，我们的德，你们好。哇，要喝呢最有名的大川咖啡吗？哇，好看宝宝照呢，今天呢真的要送给大家哦。所以有需要咖啡的朋友，你要跟汤炫老师说哦。我们刚才 Peter， 恭喜 Peter 哦，也拿了呢这一个啊、一组哦，我们一组，我们有咖啡豆，我们有那个绿挂。哦，我们咖啡豆的话，一磅的话呢，售价是台币900。我们今天呢，两磅两袋，哦，只呢台币1000跟各位结缘，哦，就是 U 币呢2000，绿挂的话呢，我们一盒台币400。今天我们五盒对不对？应该台币2000，同样是用1000跟你们结缘啊、哦。需要的朋友，大家告诉大家。啊，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我们才有这样子哦，半价优惠。而且我们遇到的呢，看到呢，大川咖啡，它是现场烘焙，我们都是呢，现场烘焙，然后呢，客制化给大家看，啊、哦。
我想各位呢，在我们呢直播第一次看到哈、哦，汤明老师也是第一次，哇，也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现场的咖啡的烘焙的方式哦。好像161度，这是我们台湾的师傅做的，他这个有专利的，他是有专利的，哎，所以很容易哦，所以这个一般人来操纵也可以嘛，不难吧？这个、哦、有没有什么技术啊？经验值吧，因为你要看豆子它本身特性。哦，还要看就对了。对，因为它像它中南美洲，它通常它豆子海拔又比较高。嗯。哎，它海拔越高的话，豆子它本身的硬度就比较强，所以它需要的那个一些参数，它就会有所不同。对。就是这个调整会不一样。对啊，以及在烘焙过程，我们的风门啊，跟火力这边的调整，对，要。好多嘞，内锅。还有抽风的，对啊，最主要这边的取样棒，取样棒就是到时候我们会把咖啡豆拿出来取样，好、哦，看看烘的怎么样。对 对，要去闻它的味道，还要看它颜色这样。啊，不行，再继续烘这样的。随时要马上调整。所以你待会要烘的是中培的，对不对？对，中培的。好，中培的。大概中培时间要抓几分钟？12分钟上下。大概12分钟上下。中培是指培度，培度就是，基本上咖啡它浅培的话，咖啡它跟玉米、爆米花一样，它也是会飘这样嘛，啊，它会产生第一爆跟第二爆，所以大家会听到这种声音是不是？会，像爆米花这样，对，哦，飘，那二爆完之后，你只要没有再给它下豆的话，就没有把它放出来的话。没有申报，它就变不出碳。哦，好棒哎！啊，所以基本上咖啡它会有碳果味、焦味那些，基本上不会它是不好的。我们助理主持人来，好，来，是，给师傅手休息一下。对，当助理就当这样，然后你要讲话啊。好，画面尽量就不摇了哈。好，不摇。先看这台机器，这个架子。价值先保密，这是我们光看这个造型就吓人了。黄先生、黄师傅，巅峰咖啡的那个黄师傅，他制作的。哦，所以就是有专利的。对，他很厉害。自己设计自己。对。啊，这里面有火，从这里看火吗？看火吧。下豆了，要下豆了，赶快来这里。下豆看不到。看不到。它是温度到一下。会看到温度。哦，下豆那就降温了。那老板在这边用机给我的。那好，这个机器好特别，好漂亮。所以你当说，浅培时间比较短，啊，但是要注意那个豆子。错过了就会坏掉了。对，也不是坏掉了，咖啡怎么烘都可以喝了，好喝不好喝了。真的啊？对。那蓝山咖啡是什么意思？蓝山是品种啊。哦，品种。蓝山算是。咖啡是品种。对。跟烘焙无关。无关，它是一个品种。蓝山算是蛮高价位的一种咖啡。是，他不是说蓝山那蛮。没有啦。我们的魔女来了，快点，魔女要来介绍我们的咖啡。啊，今天很开心，那个声音，啊，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的岐山专访岐山里里人咖啡达人这样。然后这一台机器呢，各位贵宾大家看一下，它真的很神奇，它就是可以直接把刚刚看到的那个颜色的咖啡啊，然后直接。就很像就会看变成我们等一下常常在外面看到的一颗一颗黑色的咖啡，对不对？对。然后那个李师老师请问一下哈，像一般呢、啊，我们在这边买的那种咖啡，
是企业集团做的，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本身的工作跟奋斗的来源。对，那不同的地方在于价格跟它的一个行销方式，其他的很多。那还有啊，像我们最近大家很流行啊，那个加盟金也很贵的啊，那个像什么金什么矿什么咖啡，那一种的咖啡又是什么样的情形？你应该也都有商业咖啡了啊。基本上，今天讲说要做给客人喝的，大部分啊，因为你今天用这种咖啡去做拿铁啦，去做卡布奇诺啦，去做焦糖玛奇朵这些，基本上有一点浪费啦。浪费。因为你拿铁你的主角可能是牛奶嘛。是。啊，你那个卡布奇诺你的主角可能就是肉桂粉。哦。焦糖玛奇朵就是那个糖浆嘛，所以你今天讲说。这个咖啡可以完全当主角的话，是用这种，是用这种产品当做。对，那你假如说兼主角还有很多个主角的话，你用到这种产品当你的头。像可以这样子，是还有什么什么茶、什么蓝山啊、哦，那个都是咖啡的爪啊，什么爪啊，是那个上次印尼那边的印尼。然后你知道我在那个我们台湾的那个古。我还喝过金箔咖啡耶，它是噱头，真是噱头，所以咖啡真的是千奇百怪哦。对啊，基本上咖啡它很单纯，它是人麻痹的。哦，是人麻痹的。对啊。那像刚刚啊，那个理事长给我们的人一杯咖啡，一壶小咖啡，然后一个小小的杯子，然后再加一杯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组合？水是让你把嘴巴的。要把去除掉，干净的去喝这杯咖啡。所以是要先喝那杯水，再喝咖啡。结果我们都搞错了，我们都先喝咖啡，然后再喝水。都可以的。那像市场这边，你这一台机器，或者是你这边在卖的咖啡，是所谓的庄园咖啡。那庄园咖啡为什么会最近它很流行？庄园咖啡。因为早期哈、哦，它咖啡它。在咖啡国家，他在卖的时候，他不管是很用心的去栽种啊，或者是半无假钞，他卖出来价格好像都是。为什么咖啡有点半无假钞不行？反正就是没有去管它。他当然自己。对对对，那结果采收出来的咖啡，它价格好像都一样。所以他们很细心去那个栽种的这些人，他们就有那种自觉啦。把好的咖啡用去栽培成咖啡，处理很用心的这些咖啡，特别把它处理出来，因为它要用价位来区隔，所以他们就有一个 SCA 的这种机构 ，S 就是 special。那我们精品咖啡，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咖啡。那你说是庄园又是精品，所以就是 special 加 special 哦。哎，对，基本上是这样。一般你说你这边是中。高价位，那所谓的高价位又是多高啊？高价位的，我看它有些咖啡豆，它是一般寿星阶层，它年终奖金才能买一磅的，它那一磅可能就要4000到6000、8000不等。所以你这边有那么高的咖啡吗？基本上我是做那一种大众化，我是做小众化。它也是可以生产，你这也可以生产，这台烘豆机可以烘啊，只是它豆子本身的那个。看烘豆机，是烘豆机的等级来决定你的咖啡豆。不是，咖啡豆它不管怎么豆，用这个烘出来就可以。那我们喝的三合也没有喝。它是商业豆，所以我这一台我基本上我就不烘商业豆。不屑烘就对了。不是不屑，因为我走的路线是这样，就是我不是走那样的路线。它就是高级的机器呀，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一台也可以烘4000块的那种，一磅4000的那种，高水壶也搭配，对不对？可以啊，那个像意气啦、蓝山，你刚讲蓝山，它那个单价都很高，生豆本身的价格就很高。它这个也没有。对啊，这个算是中高价、中价位啦。那到底要烘到什么程度，它才会可以啊？
哎，我现在，你看我取样，我现在有在取样的哈，现在已经是脱水状态的。哦，对，现在就快有点变成咖啡色。脱水状态的情形之下，要不拿出来看吗？要啊，你看我刚。所以你要在这边补的吗？当然啦。哦，哇，那么就搞干了呢，等等等。你看现在脱水状态哈，它等一下它会产生爆炸，它会产生。哎，我们不要听到砰砰砰的声音了。一爆的时候，我们现在好香啊！火力再把它增加一下。哦，那会爆炸，就是捧一方那个原理吗？不是那样的风啊，它是啪。哦，那个声音，哦，真的。那你等一下它爆完之后，它的那个它的体积会变大。到这个颜色的时候就准备爆了。那等一下，这个是脱水。它爆了，它就好特别。哎，真的，我们喝咖啡喝了，我快都快要一辈子了。然后今天真的是第一次看到现场第一次咖啡，所以今天那个阿可还有我们那个脸书直播的贵宾，大家真的有福了。哦，对不起，我是接现场，而且我们是现场立即的啊，让大家看到那个我们陈理事长。咖啡达人，他说是咖啡素人在做咖啡，而且这边还可以是教学，对不对？好，而且还是庄园精品咖啡，而且这一台机器还可以做4000块一磅的，那目前最贵就是4000一磅了，还有没有更贵？有啊，还有更贵哦。有啦，有。嗯，他也是可以做啊，就是多贵都可以的。对啊，基本上。你看一下，有些茶它冠军标榜冠军茶，哦，几斤三万，泡的半天的，三万。哎，反而是咖啡这一种，它生豆它进价的那个部分哈，它现在都有做过一个公平贸易平台了，所以咖啡豆它目前进口的比较不会被炒作。是，哇，我们就来好好的期待它爆炸吗？不是爆炸，再一下子，它就会开始变。啊哈，我们待会放近一点，待会就可以听到轰轰。对啊，好特别。它一爆的时候，它声音还蛮清脆的。真的啊。那它第二爆的时候，它的那个爆声会比较稳一点，所以要很清晰。你其实很请问一下哈，像谁会去买一个这样的咖啡机来放在家里面？平常都会闲闲没事，不是说更贵。现在慢慢的越来越普遍了，越来越大，所以它的那个容量，它现在最小的它有小钢炮啦，那个从300克、600克不等，一次烘的量啦。那这个最多可以烘多少？3公斤。可以烘到3公斤哦。那你现在刚刚放了多少？2公斤。两公斤在烘的那个品质比较好。所以现在等于我们现在烘的就是。下午温妹跟那个，对，他就可以拿到，那个豆子可下午可以现拿，啊，但是你要做滤化的话，要过一天，哦，然后排气多排一点，不然再滤化那个包，怕排气的话怕它。可是滤化不是豆子啊，滤化它是就是那个变成，也不是粉，它变成它是粉啊，渣。没有，它是豆子磨成粉。哦，它。可是它比粉还粗啊，而且还蛮粗。没有，那看我们在磨豆它刻度的那个，我们可以调整。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你在做那个滤化的咖啡的过程吗？滤化可以看得到吗？要看可以啊。也可以哈，哇，那真的就是大开眼界了，这样。对吧？嗯。好，我们来。刚第一爆的第一声里面。真的吗？啊，我怎么没听到？我走太远了。好。好，这哎，听到了，这个吗？这个吗？啊，是这种声音哦。哦，不是像宝碧他那么，我好像豆子洒下来的声音。对，但是是在爆。听到。啊，师傅，你都不要叫大碧，对，来，师傅，你享受咖啡。
色会越来越深。好了，新闻换到姐姐要来上个厕所。这里哪里有化妆室啊？啊，化妆室我等一下，那个有锁，我等一下开给你。哦，好，好的，看等那个几分钟。你看一下，所以它颜色，哎，颜色变了哎。啊，这个还不行啊，这是第一泵。没有，现在下锅的话，它就是浅，属于浅中培。浅。对，那他们要中培的话，我还要再过一下下。哎，对。现在是浅中培，还要再烤一下，对不对？对。所以，中培它这个卖够了。卖够了，卖够了。现在 又拿出这一个样本出来啊？这个取样棒啊，就是给你们方便去比较。对，教学我都是用这样的。哦，是哦，所以你的教学课就是这个。教学啊，烘焙只能做体验啊。烘焙做体验。因为我教我。那教学的话要缴学费吗？多少钱？这个看规划，看那个啊。哦、看规划什么课程啊？对。像旗山的那个副参委员啊，旗山区公所他那个。啊，旗山区公所又来这边教学过。对，他有来这边上过。嗯哼，来这边上课上咖啡的。对。那边上的课。他说是那个妇女培力啦。哦，妇女培力对。好的，是那个社会科长林建芳科长带团来的。那是民政课办的。哦，民政课。对。这个画面都不能摸，一摸就会跳掉，好恐怖！上次就是一摸就跳掉了。因为有时候我想要看前面的人留言是留什么。扔掉了。那我一摸它就跑出一个框框。看不是这个。来看，
现在让大家看一下现场，就是理事长的工作那个咖啡工坊。那八台简单的工坊哦，有提供的教学，社区教学，每次体验的，然后也有那个社区妈妈，他们会来做这些手工的东西，然后社区理事长也会让这些社区妈妈学会的这些东西之后，在这边呢，给他们做一些生产线，就是让他们能够创业，小小的创业，看贵。然后今没关系。那个原价本来是收多少啊？哪一部分？那个刚刚说那个。豆子吗？一磅的那个。一磅900，原价900。哦。然后今天是特价。特价今天老师讲的好像是2磅1000吧。哦，2磅1000啊。哇，那这是买一送一，所以啊，那个我们 UP 的朋友，还有我们脸书上的朋友呢，今天是只有直播哦，专程从山下跑上旗山来的，大家要也看到了现场的这些现场的烘焙都是老板精心挑豆，还有精心的烘焙过程出来的，这些都是精品豆。只有今天直播买一送一哦，只有今天直播，嘿，半价优惠，所以要赶快抢购哦。我们今天下播之后就没有这个价钱哦，所以请我们 UP 的朋友要赶快抢购，也要赶快帮我们分享哦。好，那等一下我来做一下那个手冲的那个。手冲哦，烤完之后要手冲。这一批我们今天不。过喝，因为它要让它去排气、最好的排气的天数大概2到3天啊，让它去释放排那个。我现在要放着好几天。对，人家讲养豆啦，有些人讲是养豆。烤完要养豆。也是养豆，我是想让它排气的，就排气。排气。这个烘焙的第1、第2、第3、第4，然后最后第5就是这边 OK 了就可以发出来，冷却哦，现在丢出来外面是冷却啦，抽风哦，我在里面抽风然后出来外面，没有，它底下有口嘛，哦，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就是抽风啊。对，原来那个咖啡色的地方，没说都不懂。哦，学问好大，难怪这台机器会这么的贵。
做绿挂有一个怕对所以现在是在绿挂咯、没有我现在先做手冲那时候我们一个那个做袋子那个手冲只有跟一般家里在用那样吗就豆子丢下去那样这样不是手冲我等一下会用等一下看就是直接用那个滤杯啦这样来做手冲对啊以前啊、有我弟弟是娶越南新娘、然后就从那个越南拿所以越南里面的豆子就从越南寄下来结果寄下来那个豆子还要再什么杯子跟网子我完全都不会用就把它放着用滤网是比较没有办法吸咖啡的油脂所以我们都用滤纸滤纸因为咖啡它本身会有油脂所以像那种是就像八十五度一样可是他们不懂那这种好的咖啡就是那个老师打他第十个的就可以进去阿卡是不是因为我走来走去的关系打卡吗他说对啊说卡可能是我动来动去的然后这个笑每次的水都用竹炭去烧用木头去烧这个水是大树的水哦大树哇那很清新耶大树有三好啊荔枝凤梨跟水哦大树凤梨大树的三好大树佛光山也是在大树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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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家都要去佛光山拿那个水啊大杯水回来因为那个山上的水很棒然后你还要用龙眼树龙眼树龙眼树去把它烧开龙眼材啦材啦木材烧啦所以我们一般不能用咖啡豆直接喝还要先磨成这样子然后一定是的都是要这样的都是要磨过之后才它会变这样它会倒热水就是那个就可以喝是我从来没你都没有看过记下来的这个你知道是人家弄好的吗像这个哦我们现在做的是手冲那我们冲手冲外面那个是一个小方正的小小明明好因为我们不要用100度的水去煮咖啡我们大概用85度到95度85到95度所以我们咖啡有一家叫85度对是这个点哦天哪好奇怪为什么它要叫85度所以大家都知道85度所以那现在这样冲下去的话我知道第一个动作我们是先做一个闷蒸的动作闷就是先把咖啡粉把那个注水注完之后让它闷蒸一下它就慢慢滴的闷在里面然后你假如说咖啡豆磨成粉之后你水注下去它会起泡整个会有泡这样起来那代表咖啡是很清新等一下周志宏老师要买吗那个你们现在在那个我们现在刚刚是多少钱呢来给大家看咖啡豆来顺便看一下那个就半价而已啦妈妈大扫除啊过年大扫除她说不要出来2磅1000啦2磅1000块的咖啡两袋是不是这边是1磅那个我们现在那个邱鹏堂老师还有邱美丽亲爱的美丽姐姐老师下次可以专访他是一个画佛像的一个老师而且还有出唱片在北投 来你跟他说来各位我们的好朋友哇还是我奶奶还有两个名额因为你顾那个就好没关系我们还有两个名额现在还有两个名额呢你好邱鹏堂我们的目前呢在我们的这个旗山大川咖啡只有在我们的节目中你们看像画面上这个是1磅本来1磅市价是900对不对然后呢2袋2磅的话是不是要18001800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好看爸爸叫就是1000我这是咖啡豆那个阿青沈金元是你朋友吧
不是，不是哦。哎、那四岛。另外呢，我们呢，这个来挂包，哎，这个是挂挂包，绿绿挂包，绿挂包，绿挂啦。然后我们绿挂大家有看到哈、哦，来，同时也在看到我们的达人。是是，来，这个是绿挂咖啡。绿挂的话呢，来，汤尼老师跟你们说哈、哦，这样一盒里面呢，10包有十包。我们一盒呢是市价是台币400，啊，五盒是不是台币2000？哦，五盒，哦，五盒是台币2000，也是一半，1000，所以呢，看你要拿绿挂还是拿我们咖啡豆，都1000，几乎都是半价啦，是这样子。你好，邱彭坦，彭坦，如果你可以拿，对不对？希望能够好看拍拍照。然后明天可以，明天我们刚好顺道拿给你，就不必邮寄。嗯，是是，哇。大家告诉大家，那这样子你要拿这边好，对呀、啊、对呀、啊，是，所以呢，我们这个后康的啦，真的是后康的，好看爸爸照配合我们的节目，对，我们呢只有提供五个名额，已经，而且我们已经三个名额，已经三个送出去了啊、哦，所以最后两个名额，我们再叫好朋友啊、哦嗯，这个那个周志宏老师要吗？跟他现在跟我们的，哎，李明如应该是你的朋友了吧？不是，不是哦，都不是你朋友，啊、我就全部都我朋友。是，是，各位大家告诉大家了哈、哦。还有那个美丽老师，是徐米妮，应该是一位那个，涂金元神呢？好，沈金元是你朋友吗？没关系，对、哦，哇，我们拿到就是赚到了哈、哦，好不好？来，那我们就再回来这边座位好不好？最后两个名额，我们看谁最幸运，哈、嗯。哦好，张经理，那我们就再回来，来在这边，刚好刚好顺便来喝咖啡。咖啡达人，对他刚泡好的。这个饼干。他刚泡好的，好。哎，那个是什么？这个什么？哦，这个是很多种瑕疵的，这是不是？那是瑕疵豆。哦，那你把瑕疵豆变成一个装饰品。就是把它累积起来了哈、哦，哇，可见呢，我们的咖啡达人陈中青，我们理事长好用心哦，嗯、真的。他用心没啦，嗯，他用心。喝冷的跟喝热的一定有不一样哈。对，那现在刚才手冲的这个是曼特林，它是属于比较中生培的。中生培。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味道，因为很多人都说他不要喝酸的啦，他喜欢苦的。嗯。那很多他喜欢喝酸那个苦苦的，所以不加糖黑咖啡。所以很多人说哈。喝咖啡不好会心悸，不是因为咖啡，不是这种咖啡，是因为喝了三合一咖啡所以会心悸，对不对？不见得是三合一哦，你假如说喝到那种咖啡豆比较品质差一点的话，也会心悸啦，血压升高，它会有副作用啦。那但是又有人说喝咖啡可以增加人的新陈代谢，这昨天又网友众说纷纭，它咖啡利尿啊。哦、利尿，所以它就真的可以增加新陈代谢。对对对对。所谓的品质差的咖啡是指什么？就是属于比较商业豆的这一种。你的三合一那个都是品质差的，我跟你讲，那都是在喝奶啊，喝糖的那个都是品质差的。热的，来。这个培度就比较深，啊、这个培度就比较深。谢谢哇，我们呢，哇。谢谢哇，大家看了这么一段，我都好感动哦，汤泉老师也好感动。好。我们呢，这个好看爸爸照呢，我们啊、从呢早上11点，我们一直到下午1点钟，2个小时啊、哦。然后呢，哇，大家看到全程的，现在在康老师旁边呢，是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啊、哦。这个我们呢，高雄旗山，我们陈中青，他本身也是高雄市旗山区原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哇，你辛苦了，感谢你，哇，谢谢。这边我们在线上看到我们的旧泉啊啊沈金元啊、我们的徐敏妮啊、我们的这个关美丽啊、邱明台还是阙美丽哦阙美丽哈、哦、好阙美丽好谢谢可是这是刚才烘出来的层次哇就是低培是不是这个是低培哎、这个算中培这已经到中培了中培啊这边呢后面这边这个就是刚开始就是脱水阶段哦哦哦然后这边产生一包然后一包密集、这边这是成品对哦哦这边是成品的这边是成品的了哦哇所以咖啡那个香味哈、哦、到哪一个等级那个香味就会跑出来了哎、基本上它刚给我们喝的第一泡味道不太一样，这个是比较中生培，这样子哈，它比较会有点苦，
苦味，这个那个比较浓郁的，我要看看，浅棕，对，好棒哦，哇，大家来哦。然后有些喝咖啡，他喜欢加牛奶的，因为它味道就是不一样。比较中生培，比较适合配牛奶。我是专门在 喝牛奶。他说我们原本那个是怎样？这是中生培。对，那个是浅培。浅中。浅中。浅中啊，中生。对对。哇，谢谢。我们看，现在我们的观看人数1411啊、哦，谢谢线上的贵宾。哇，小小兵你好啊、哦、，Coco 老头、这个、你们好。这个就是会苦哎、欸。嗯。它是回甘的，其实它本身是回甘。嗯、因为以前哈、哦，我都只喝三合一，然后人家跟我说不好喝，哎，我觉得这比较好喝哎。对啊，大部分人习惯这一种。很多人不懂，真的，我以前是不懂得喝三合一。而且哈、哦，有朋友跟我说啊、嗯，喝这种黑咖啡可以够维，他早上每天都喝一杯，就是真的就是所谓的咖啡达人那一类的人，哦、然后他自己在做茶的哦，他们家在做茶的，然后他喝庄园咖啡，他说一个小袋子就是50块。我想请问一下陈中青理事长哦，喝黑咖啡，我们喝咖啡最好是喝这个黑咖啡嘛，对不对？嗯。好，为什么？能不能跟我们观众朋友说明一下为什么？因为咖啡它本身是算是一种农作物果类的，嗯。那它本身基本上水果对人体大部分都是有帮助的，嗯，对。那咖啡好不好喝，在于就是说，第一个生豆大概占50%，好，烘焙占50%，是，对，哦，烘焙的技术啦，哎，对对对，烘焙的技术占50%，如果烘焙不好，咖啡就不好吃，哎，当然。对啊，这个制作过程，对，就好像所以跟那台机器有关吗？有关啊，这台机器有同业的来借过、啊，他们用一次就爱不释手了。真的啊，啊有来借用哦，来借用一次啊。七三专门开那个咖啡厅的，对同业的来、哦、来用过，对。哇，好棒！你再来，你这台机器买多久了？买多久？就半年吧，大概半年哈、哦。对，而且我们这个地方呢。在高雄旗山复兴路177号啊、哦，这边的话我们有做这个教学服务嘛，对不对？嗯、对。哇，所以各位爱喝咖啡的朋友啊、哦，或者是呢，哎，你有没有在辅导人家开咖啡厅这种的？开咖啡厅应该就是跟你进口咖啡，然后呢跟你学习烘焙咖啡的技术。可以啊，这个都这都可以谈嘛，哈。可以、啊。哇。嗯那理事长呢？陈中青哈、哦，他呢有呢旗山里里人呐、啊、哦，因为他有明星脸，有没有感觉得出来？哇，有这个明星脸，他也很乐意跟大家分享哈、哦。那他的手机大家也可以把它记起来，他的手机0926151821，0926151821啊，再请大家告诉大家，谢谢。那今天呢，这个我们有提供5个名额，哈、哦，已经有用掉3个名额了，哇，就是什么样呢？配合我们这个节目，好看啪啪照，对不对？哇，这个线上呢，我们也有电话啊、哦，老师唐立强老师的电话0952322008啊、哦，这个如果你现在刚好不方便打字，对不对？也可以打电话跟老师说0952322008，老师赶快帮你把名额哈、哦，把它这个站起来，哇，谢谢。那什么样的好看爸爸照呢？好，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个咖啡豆，这个咖啡豆，好，我先来看这个咖啡豆了哈、哦。这个咖啡豆呢，这边的话是一磅啊、哦，这是成品的，这是一磅啊、哦。这一磅咖啡豆呢，我们市价是卖多少？900，对不对？好、哦，各位，市价900。然后的话呢，一磅是一包，我们今天的话是2磅，所以是不是要1800？但是今天呢，节目当中对不对？我们节目呢当中，对对对，节目当中不必1800，我们只要1000台币啊、哦，来这有2包，或者是呢，我们要拿这个绿挂，哦，绿挂的话呢，我们这都是呢量身定做的。哦，来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绿挂呢，这个一盒这样子，一盒里面
有十包，那我们一组是给你五盒哦，这个过年呢送礼哦就很棒，你知道吗？哇，然后呢这一盒呢是台币400，我们五盒是不是台币2000？那今天呢好看爸爸照赶快给你打一半哦，打一半只要台币1000哦，所以我们各位好朋友台币1000你可以选择咖啡豆，可以选择呢我们的这个绿挂、哦、你们都可以选，真的是赚到了，只是还有两个名额而已哦，只有两个名额，哇这个真的很棒哦。然后呢大家动作要快，谢谢。来请问一下呢我们理事长哦，这个您呢走入咖啡的领域啊、哦、刚才我们也看到你全程在烘焙咖啡嘛哦，来这样一个工作对不对啊、辛不辛苦啊？你喜不喜欢这个工作？非常喜欢。你非常喜欢这个工作，为什么？因为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产业，然后在爸爸留下这个仓库是爸爸自己盖的。哦，你爸爸盖的。对，他本身之前做土木包商嘛。是，哎，这个房子盖得很踏实呢。对啊，那这个之前是用哈，是他要放他的那个工具。跟一些器材的地方，嗯，对，那他退休之后，他不希望我去接棒，因为他一共这工作辛苦的啦。阿妈做工啊，阿囝阿妈搁做工啊，爸爸爸爸爱心哈，阿妈阿囝做工。对啊，那所以可以在爸爸自己盖的这个仓库来做自己喜欢的这个，我是觉得只要一踏入这边，我就觉得很高兴，很高兴，有爸爸的爱在里面哈、哦。所以，我们大川咖啡呢，我们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啊。哎，那你很有创意哦。一般人就只有做咖啡，然后来卖，可是你还有做到教学。你教学这一块，你做多久了？教学，我们大概到现在就是有半年吧。哦，大概有半年。当时是什么样的构想哈、哦？你会想做教学这一块呢？基本上就从一个味觉教育开始啊，因为很多人他对咖啡在台湾一天大概喝掉700万杯啊。哦，你们都算过啦，一天、啊、那个大数据700万杯呢。对，但是700万杯目前大概有80%到90%是喝3合1、2合1啊，这是那个现成的泡一泡那样子喝，是那个即饮咖啡就打开就可以喝那一种。对 对，那所以目前这样的。喝咖啡的那个习惯我们慢慢在做一些教育啦，做教育哈、哦、对 咖啡基本上它是好的、嗯、但是你只要不是很好的豆子喝起来对人体它是有负面的，嗯，对，所以各位我们还是为了健康还是要喝呢，像我们大川有没有，我们大川精品咖啡啊、哦，有我们咖啡达人陈中青，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做的嘛，对不对？对啊。哦，所以我们是品质保证啊，真的品质保证。我们好看爸爸照透过今天的专访，我们特别要推荐给我们的好朋友。好，然后的话呢，其实还有两个幸运的观众，来，雅琴你那边准备好了没有？哦，在那个我那个邱鹏堂老师在这里。好啊，好啊，看邱老师要不要来捧个场，他也拿一份，绝对值得啦。哦，我们的话还有两个名额，因为刚好明天要访问邱老师嘛，其实自己喝送礼都很值得。哎，像你现在自己在做咖啡，有没有比较常喝咖啡？目前我每天都喝1-2000cc 啊，1-2000cc。嗯，哎，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哦，你算喝很多，你咖啡当水在喝的，1-2000cc 哦，那你都是喝黑咖啡吗？对。那你们告诉我你这样子持续多久时间了？就大概1年多了吧。那 你觉得对你的身体来讲、哦、你真的觉得你这样子做然后跟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比较不会感冒。第一个比较不会感冒，抵抗力有增加。哎，你已经48岁了、嗯、看不出来呢，你看一下。哎，所以他比较不会感冒。我个人是这样的。你个人有这种感觉。 你以前举个例子，你以前一年可能会感冒几次？我以前也是很少感冒，但是我只要感冒都会住院哦。这么严重哦？我只要感冒就会住院。啊，有的人体质扁桃腺比较大、啊、哦，所以发烧、扁桃腺化脓，他那个白血球跟发炎指数升高，我就一定要住院。那个有危险性的呢？ 对，白血球这种东西哈、哦，有危险性。对。哦，真的、啊，所以以前没有这样大量喝咖啡。
我讲的是喝健康的黑咖啡哈、哦。嗯。你大概多久会去住院一次啊？之前哦，哈，之前次数也不多，住过三四次吧。哎呦，三四次很可怕呢。老师说明天付费可以吗？可以啊，就是明天拿给他，我们先帮他垫啊，啊，明天再给张经理就好啦。当然没问题啊。哦，啊，他要选择咖啡豆，你要咖啡豆还是选择那个绿挂？他选哪一种？当然可以啊。哦，这个各位，你们现在现场订哈。啊，那个费用的话，你们方便再给没关系啊，都是大家都是朋友啦，有什么关系？哦，看他要哪一种的，因为我们还只有两个名额哦。如果我们邱老师再拿一个，那就剩下最后一个名额就没了。哦，我们也只有提供五个名额啦。绿挂。好，绿挂，那绿挂邱盆坛对不对？对。好。盆。朋友的盆啊，那个坛子的坛。但是上次我们在那个美学。我知道，我知道他是艺术家，有明天会采访他，我知道。明天下午，好，你那边登记一下，邱盆坛。好，好，我们第四位，他也是绿挂啊、哦，绿挂。好，邱盆坛，谢谢我们的邱老师。啊、哦，邱盆坛老师呢，明天呢下午我们好看宝宝照会在，哎呀哟，会在台南生活美学馆会访问邱盆坛，谢谢老师。我们这边先帮你垫了哈，啊，你明天再给张经理就好，没问题。谢谢，谢谢，也恭喜邱盆坛老师，我们第四位幸运的朋友。哦，那邱盆坛老师的礼物啊，我们要迎接，有没有？他这个礼物也会送出来。好，那这个，这个我们都会做新闻画面了哈，这些礼物我们就做新闻画面。好，啊，哎呀，谢谢，我们看到保时捷，保时捷是1200，好。谢谢啊、哦，我们看看，谢谢邱盆坛啊、哦，我们的艺术家，明天下午好看爸爸照，大家也尽情锁定哈、哦。那如果台南的朋友可以到台南生活美学馆啊、哦、现场看呢，哇，我们张天赋师傅你也来了，啊、哦，师傅好哇，张天赋他是张大师啊、哦，谢谢谢谢张天赋啊、哦，这个我们的。也是张天师啦，对，张天师，张天师有跟我们讲说，哇，希望让我们能够采访哦，谢谢。三月我会安排。啊，真的好啊，他们说有一只什么很大的什么，他们有一只很大的。很大的什么？我不知道，有一只很大，他们那边庙有一只很大的，我忘了。那个张天师，你们庙里面不是有一只很大的什么？我知道有一只很大的，因为那个庙我不能乱猜，一只很大的东西啊、哦，谢谢。我们邱盆坛说：“谢谢你，也祝福老板生意兴隆。”那个邱老师啊，我们大创咖啡哦，他今天真的是给大家哈、哦，这个为了做节目啦，真的做节目哈、哦，啊也给大家就是请招待大家啊，喝好喝，以后喝咖啡就是找我们大创咖啡，好不好？然后找我们陈中青理事长在这边再次谢谢哇。然后呢，已经四位了哦，我们最后一个名额。来，我们雅琪，你那边忙完了没？我忙啊。好，忙完了这个地方给你，最后一位给你。最后一位是啊，因为我们五位达到就要收播了啊、哦。大概用不都要啊？大概用不都要啊？来，好的，我们如果有认识的，对不对？来，我们的主人家啦，我们的理事长啊、哦，你可以来做 call out 这一块。来，是是是。来，你来告诉理事长啊、哦。那个张天师，您有在看吗？然后我们今天哈，真的是买到赚到。我刚刚有朋友在问说，那个他要刘老师，那个我们的咖啡达人奇山里里人的电话了哈。那是也是一位好朋友，嗯，那个我们高雄的卢俊宏。那我是觉得说。不妨哈，今天来买了，因为就是只有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才有这个优惠。那张天师，您有在看吗？然后，因为我们今天这样子哈，这个是精品咖啡啊、哦，那个庄园精品咖啡。然后刚刚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理事长亲自来烘焙，然后贡品嘛是秋干嘛是就高干的哈、哦，然后所以呢，它是要维持一定的品质啊。
然后这个呢一盒售价本来400，而且在那个那个网络也有得买嘛，然后以及之前在那个中华邮政、中华电信啊、中华电信的网站里面，哎，现在还有吗？现在没吧？没了。现在还有吗？没有，今年下架。啊，今年下架。那、哦、现在一定要找我们以前想买了， okay, 平时你买不到的。平时买不到的哦。它是手工很花，这个是它也没办法大量，对，它是靠手工的。对对，然后呢？哎，陈伟宇应该是你朋友吧？还是老师的朋友，同龄圈老师的朋友。好，那个陈伟宇先生，好。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本来一盒400，然后那如果说是五盒的话就是2000嘛，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今天通力券好康爬爬照来到岐山专访，所以呢好康爬爬照当然就是一定是 A 好康啊，所以请听清楚哦，最后一个名额哦，这样子呢，五盒只有1000块钱哦，也就是2000 UB 打对折，而且就只有在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名额，我们的好看爬爬照里面才有。如果我直接画上，如果那个我们的节目结束，你说要买这个价钱就没有了。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这个咖啡豆，咖啡豆。咖啡豆呢？这个是一磅，一磅对，一磅，一磅本来是900，对不对？对。然后，两盒两袋是要1800嘛？1800。那我们今天呢？如果说你要选咖啡豆的话呢，那这个呢就是也是1000台币，2000 UB 哈，是，对，就是只有剩下一个名额，那我们就会达标，因为我们今天一样啊，就是那个10000的 UB 嘛哈，然后那个，所以呢，希望说我们 UP 的贵宾以及我们的脸书的朋友，可以把握住今天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哦。是，那看你是哪有没有认识的朋友，也可以打电话 call out 出去。有没有人？对啊，就是你的朋友，给他的朋友也可以。就是他今天就是让他买到便宜这样子。对你有认识的朋友，你可以 call out。不一定要这里的。对，就是你的朋友，因为你有在喝咖啡，知道。今天也真的是捡便宜了。刚好就是。是。达到10000 UB 这样子。我们就是把这个机会哈、哦，就一个机会。哦，各位动作要快，谁先抢到谁的。那我们理事长电话一出去，马上就可以。因为他的朋友在认识啊，刚好是节目当中。而且都知道那个，我觉得你要不要打给林清芳科长看看？啊、哦，他经常在买。对啊，就是经常在买才的话，今天蛮好看啊。打给那个我们岐山林清芳科长，顺便跟他聊一下，说我们现在是。谢谢吴松俊哈，动作要快哦，我们最后一个名人，哪位贵宾要抢？哦，最后一个。我们 UP 的好朋友哦，我们 UP 现在的观众，我们已经来到了1582，1582。然后我们的节目收播是在1点哦，是，所以呢，剩下其实我们已经有超过了啦。对对，其实对我们最后一个，最后几分钟哦。对，那我们这一位如果出现，我们就收播了。对啊、哦、，OK， 那没关系，我们的理事长现在正在准备 call out， 反正、这个、一 call out 就真的了，一 call out 就卖掉了。啊，就这个，因为大家一定要抢这个便宜啊，平常就是。高官呢 ？OK， 对 ，OK， 一定是那个有一个李家那个李、哦，这么快？好啊，他叫什么名字？你帮我们写一下，我们会礼物会现场送出来。好，谢谢我们的李大哥吗？李家人，好，他木字李家的话是嘉义的家，他是做仁爱的人来。他那个李家人，国营企业哦，在国营企业的李家人。恭喜，我们也谢谢李家人先生。好，谢谢李师傅，您坐。好哇，我们这。第五位幸运的朋友也产生了哈，哇！那我们，你可以在后面来迎接礼物啊哈，迎接礼物来，那个你也可以一起，啊、哦哦哦，来，我们来，我们迎接礼物哈，来，你们找位置哈，哇！这第五位幸运的朋友是李家人，木字李，嘉义的嘉，仁爱的仁，恭喜李家人先生，也谢谢你啦，哇！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很圆满，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同时也会放在。
那个 YouTube 会在 YouTube 会重播啊、哦。好朋友们也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这个咖啡怎么形成的。是是，今天的难得哦，难得。我们整个咖啡的制作形成呢，让大家都看得到，原来两个搞干的啦，真的是用心啦哈、哦。所以呢，再一次的推荐呢，大川咖啡。好，进来了哈、哦，来李嘉仁先生，恭喜你。然后我们来准备拍照哈、哦，我们大家先拍一张，做我们的新闻画面哈、哦。哟，谢谢李嘉仁先生，哟，感谢您的礼物，来，哇，谢谢。来，我们看看还有礼物吗？哟，哇，好棒哦，有没有？这我们都会做新闻画面，是。然后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理事长啊，他那个卫福部哦，有就是让我们的那个旗山的火爱学堂有一个微电影，然后呢是知名的演员哦来担任这个微电影的演出哦，是哪位、啊？我知道陈秋珍，女主角是金钟奖得奖女星陈秋珍，男主角是罗波。导演是台湾名导演，我们杨凯淳，这个叫做《可爱可爱》微电影，对，也大家敬请期待咯，那之后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得到哦。是，嗯、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到呢尾巴是，我们若378万9329，我们就达标。我目前看到呢是啊、这个378万有没有？来，这个9000啊。808，我们已经达标了啊、哦！我们达标了，我们今天10000已经募到了，哇，真的！然后节目最后呢，再请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啊、哦，也谢谢我们呢高雄市旗山区原富社区发展协会陈中清理事长，有没有最后呢要再跟我们观众朋友说的？好，今天非常谢谢 Tony 老师跟雅金还有我们团队那个远道而来哈、哦，来。那个让我们这个小地方啊，乡下地方有受到一些关注。那希望线上的来宾，假如有机会来旗山的话，可以来我们工厂这边玩一玩。然后旁边有菜园自己种的菜，然后墙壁有彩绘村的画家做的彩绘。然后我们工厂的后面坐在那边。24小时都可以听到水声，很多都市的朋友来这边，他们喜欢一个人坐在那边听水声，他们说这样很疗愈。啊，我是没感觉的，因为你从小已经疗愈到现在了，对不对？从小疗愈啊，对，真的。他是一日游吗？可以，是菜园可以采菜吗？采菜啊，采菜要看主人，因为那个不是你们的，因为这边我们是开放给我们这边志工妈妈来这边自己种、哦、自己那个，啊，他们自己种，协会也可以来办一个啊，一日游的那个。可以啊，我们协会旁边那个我们有一个菜园，专门在种菜，就是给我们社区长辈、哦、他们家菜，我们并干的对吗？我们有一个老人幼稚园、哦，一个礼拜上一天的课。啊，他们上完课会在那边吃营养午餐、哦、啊，所以我们种菜就帮我们加菜的，好棒哦，哦，谢谢理事长。他还有那个咖啡说来这边消费那个现场的咖啡跟饼干是50%捐出去给客户哦，对，因为我们有跟中华电信基金会那个他们有赞助我们成立一个电脑教室，嗯，然后我们这边学童啊，大概有60%是比较弱势的、哦、弱势，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提供他们一个客服的环境，然后由辅仁大学那边做远端的远距的那个教学，远距离教学这样、哦。那我们一个学生，他有两个那个学那个有两个老师陪伴。哇，那所以他们通常晚上来上课的时候，他们。有些学生有两个老师陪伴哦。对啊，第一次听到。他们晚上上课的时候，有时候是没有吃晚餐，还是肚子容易饿，所以我们就会去买一些面包啦，还有饮料去给他们当点心这样。那所以这边基本上是没有做那个喝咖啡的啦，但是很多朋友他们来，他们
也是希望说我们有这样的服务，所以来喝的话，我们就是刚才这样一个壶，然后一杯咖啡一壶，这样我们就是50块啊，这样才50，这样50块我们就捐50%去做那个，很便宜，做社会公益啊，可是你这样子已经很便宜了，对，然后还捐5%。而且我刚刚看他烘焙过程好精致哎，对呀，用心烘焙的，才50元。是，谢谢我们，谢谢我们的理事长，那我是 Tony Chen 老师，也谢谢收看了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好康宝宝的节目。我们的大川呢精致精品咖啡 DC 咖啡，汤炫老师好喜欢哦，那也热情的推荐给所有的好朋友，谢谢。理事长的手机呢，0926151821，0926151821，有任何呢咖啡的问题都可以请教我们理事长哦，也可以加代买哦，谢谢谢 谢，我们呢好康宝宝照下午再见哦，谢谢大家，拜拜。